过来，咱这个身躯啊，身躯，咱啊，读过医学院的人，读过医科的人，咱啊，为这个破开，为这个破开，甲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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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哦，那读过医科的人，掀开，你看到五脏六腑，血安尼擦擦点，血擦擦点，大肠、小肠、大便、小便，你拢看甲真清楚。胃安呢？啊，原来美只是一层皮呀、啊！我们那种强烈的感性的执着作用，马上就停三分，平常。所以我们天台宗讲要修止观，要修这个止观，止就止息妄想，观就是回光返照。要修止观法，停止妄想，止观。没按抓就提真子，方便随缘子，洗两边子，啊，那今天被按抓，好好是要从啥？要喜苦，要离苦得乐，要按那离苦得乐呢？咱爱先观照，啊，离开欲望的束缚。我们修行最大的头号敌人、杀手就是欲望，就是欲望，金钱的欲望，男女的欲望。但是全部都没有欲望，也不是佛所主张的。八大人之经讲的少欲无为啊，身心自在。佛是叫人少欲，欲望较少的，不是叫人绝欲，不是安尼哦，不是叫人讲啊，有无弄中买哦，像外道机关的尽可惜的日子，未使进。人有饮食的这个习惯性。人有睡眠的习惯性，要恰到好处，所以佛讲要少欲啊，无为啊，才能够身心自在。好、哦，啊，所以真侪人伊咧看佛经，拢总看一半啊，人家学过了啊，拢总无欲望啊，通通无啊啦。食一点啊啦，啊困啊无爱正常困啊，受到无外久的时阵啊，哎，耳孔就听到声音啊啦，啊，开始就用要起笑啊，用要起笑啊。正经的啊，有一个啊，听到佛法了，好、哦、非常精进啊，拢无困啊，拢无困啊，哦，真极端啊。我甲讲吼，佛无甲咱安尼讲，佛讲精进无唔对，爱用智慧落去精进啊，智慧落去精进啊，好、哦，咱精进就是叫做观照，观照。哦，像我们来看阿含经，阿含经啊。就是原始佛教，原始佛教一种叫你四念处观照，观照哦，啊观照。既然我们头号的杀手就是欲望，那欲望愈重的人，这个人来欲望真重，你就知道这个人无法度修行，无法度修行，食一大堆哦，啊困是困十几点钟哦。啊，刷落去，看到衫裤无买会死，吼、哦，看到这啊爱，看到那啊爱，吼、哦，啊男女啊是安尼安尼白白死死安尼，安尼就知影这修行足困难啦、啊。欲望愈重，苦就愈济啊，所以金刚经到最后讲一句话，就有求必苦啊。这世间就是安尼，你有所求，你就有所艰苦啊。哦，啊，求到落尾啊，都无半项啊，求到落尾啊，都无半项。所以，咱这个内在里面呢、啊，充满着愚痴，所以有矛盾性。因此啊，佛教人安尼观照，来观照，观照讲无常，这身体会歹会烂，天山河大地嘛会歹会烂。观照不清净，不清净，啊，大便、小便。哦，会啊，那、哦、捞出来了啊、哦，经过一段时间的超车，哎，我们的血液、尿液、唾液，哎，那是一个冷静认识咱家己，咱来认识咱家己，咱的无时间的工人的是非啊，啊，安尼咱今仔日无了解这个色心、三心的错觉甲妄想。日夜夜拢是活在矛盾的当中，活在矛盾的当中。啊，我冤家冤袂煞，妹啊母啊囝爸啊囝意见袂合，老爸话要歧视，老母话要歧视，囝就无咧信你个，伊就惊伊个，惊伊个。了解因果，咱来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咱就袂安尼。囝有囝因缘，
老爸老母老爸老母的因缘，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因缘，这楞严经讲的寻越发现，按照伊的业落去发现，发现伊种种的因缘，按照伊的业发现着伊种种的因缘，咱的因缘一直铺开，一直铺开，咱脑正神经，咱学会的缘就一直铺开，一直铺开，一直铺开，寻越发现，寻越发现，啊、哦，那么咱今天就听经文的话啊。这个因缘的一直铺开，一直铺开，一直铺开，一直铺开。哎，那你应多听录音带，多看书，所以哦，书个再一大堆册来，再一大堆册来。啊，你无去抢，咪真可惜，真可惜。请问净土圣贤录啊，里面都个记载讲啊，哪一个人往生的见证啊，按怎念佛啊，做功课啊，就书再来往生净土圣贤录啊，净土圣贤录，嘿，侬会使去看一下啊。也得被按照咱这个中间的矛盾性产生平衡感呢。咱就记住，什么代志，嘟嘟好的好，唔通想好，也嘛唔通想无好，有一点黏，又有一点不黏。3毫米呢？哎，什么物件保持距离啊，以测安全。都都好就好，也唔通想好，哎，拢爱恰到好处，拢爱恰到好处。太过有理性、无感情的人，你度无啊？想给有感情的人，束缚失去理性，安尼无真理，没有拥有真理，也袂使接。啊，要安怎那才产生平衡感呢？记住，记住，万法皆空，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没有矛盾性，他会平衡，也平衡。为啥？好嘅人，你我即卖心态，你今日你给我100亿，我未感觉我做好嘅。为啥？我感觉世间无一样难嘅。我今日真善，我也未感觉我做委屈，因为我嘅福报就安尼，我嘅福报就安尼，我无你是要叫我安怎？对吧，我的因缘就这样，我的福报就这样，是不是这样？无第二句话，有智慧的人，他随时时刻刻一旦平衡他的心态，他不会说强烈的刻意去造成某一种追求性的东西，他这样会造成一种矛盾啊。智慧的人去追求，他也没矛盾性，何以故？他后面都是智慧。比如说我要利益众生啊，我就来印册，我来写册，认真来印。我也希望度更多的众生，但是度更多的众生，我是不是以烦恼心来度？无，我以智慧的心来度众生。所以有智慧的人，伊无论伫个理性，无论伫个感性，啊，无论伫个多一个角度，伊拢有法度平衡，伊袂感觉委屈，伊袂感觉委屈，啊，袂感觉委屈，感觉真知足，感觉真感恩，感觉立身。简单讲，开悟的人心态是最平衡的，开悟的人他的心就上界平衡了，也不会牢骚，不会抱怨，没有哦，无这款的想法就对，无这款的想法就对啊。所以讲，咱在台湾，佮过这款的日子，讲佮袂知足，袂平衡，你这是真奇怪。咱敢来？台湾卖讲啥？讲一个变数就好，讲一个变数来固定台湾的台湾。那每一家伙，我相信恁家的变数吼无臭味啦。啊、哦，咱伫台湾都敢那固定台湾的变数，就是一种享受啊。我去尼泊尔，兼迄个尔，迄、那个叫苏嘛斩掉，去尼泊，去尼泊，安尼。去加德满都，加德满都，加德满都翻译成中文叫做木造城市啊，木造加德，那是木造的。加德满都一种雕刻啊，雕刻哦，拢是古迹啊，拢哦拢木雕的对。加德满都是木造的城市啦。你敢知遐大都市无变数啊？啊，咱这澎公阁无啦？去到。哎、欸，再去到尼泊尔，我拢甲小高讲，哎、欸，小高，厕所在哪里？哎、欸，啊，因咧导游就讲，啊，这个厕所嘛，安尼，
竟然一个加德满都的公共观光区，重点竟然无厕所，无厕所了，震惊的了。啊！即马伫咧安尼咧通车，对不？啊，就是安尼，没有厕所，而且你着去人借啊，去人借厕所，啊，去人借厕所，房间是私人的，因为人拢不爱借人便所，拢唔借人便所，啊，伊导游啊，去人借便所，啊，我着入去内面啊，真少真少的便所真清气，足少几乎拢是迄款味吼，吼、哦，因新洗啊，新洗，那唱罗香赞，香啊咧熏盖咧破诶，吼、哦。拢入去内面，拢唱香薰盖，伊会哦熏死熏死，哦站袂住，啊内面佫臭，佫无法度呼吸，哦啊咱佫哦姿势破事摆出来，准备要放尿，想放袂出来，因为真臭啊，开始就咳嗽啊，意思讲较紧的，较紧的，或者真臭的，这无法度，非常的臭安尼，咳嗽啊，哦安无就无法度。你看看卖，讲迄个国家，几个国家，闽台湾差不多50年啊，50年前的台湾也无遮食力咯，也无遮食力咯，无变数。啊，阮咧从加德满都啊，要去倒一列啊，无从波卡拉要去奇旺，规路拢无变数，无加油站，无加油站，无当放尿，车啦安尼停咧，东奔西跑。查甫走一边雨伞架嘞，查某会走一边雨伞架嘞，啊，夹到路尾啊，废气啊，都搁夹起，车啦停了，查甫走一边嘞，查某走一边，要看卖电人走了，啊，你我都做法师，内面讲咱一个法师，啊，咱这破事摆了，咱搁做法师，搁袂使去用看到啥的，对无？你发现着啥物放假？对啊，你就袂使一啦，这咱佛祖的戒规，咱爱有威仪啊。嗨，要是在机技术一走较紧，我都爱走真远啊！你走真远，哦，走一为着要放着落车，开始就，哦，就上山嘞，开始爬爬去这石头边啊！你啊，这佛祖坐戒规，这比去放着佫快麻烦，因为山有山神啊，土地有土地神，树有树神啊，人要放着就点遐。树神树神，我即摆放着你小心一下。就搁甲树神甲烧焦了呢，搁袂使乌白放尿呢，就搁甲夹衫下，搁甲讲讲，拜托你小闪一下呢，无等下暗时啊，搁来拖后脚筋。我慢慢来讲，阮国家啦，吼、哦，啊，即摆来放尿了，上厕所搁无厕所，规大地拢便所啊，加德满都的厕所上大吼，即摆放尿了出来。哇，规脚拢迄款嘞，草啊，甲你黏甲规脚，伊就来就互你唔放你刷啦，规裤拢总是啊，即慢慢啊，佫黏，慢慢啊黏啊，放一摆咧，就佫点下黏草啊呢，啊，旧咧安尼黏规无久呢。哎，讲咧台湾，你有啥物袂平衡呢？恁有啥物袂知足诶？足知足诶啊，足知足诶啊！正经的，你若看因咧食迄款物件哦，迄间人咧食的物件，咱咧饲的猪嘛，无反正比伊较好。正经的啊，爱去飞到迄个波卡拉，迄、那个机场，人机场内面阁有人咧骑矿明车了。啊，机场内面阁一堆人，阮遮30几个，啊，因迄堆超百外，因一直甲阮看，阮这堆嘛一直甲因看咯。机场会当走入去内面佚佗，阁会当骑矿明车了。哦，啊！你机场什么呢？一个检查室，迄、那个检查室看起来那是像像便所安尼咯。啊，用一个铁网啊，那咱到咧饲牛吼，也佫比因的机场佫较好啊。咱到饲牛的病房啊，佫比因的饲牛佫较好。国际机场了，你看迄国家上个什么程度？你国家上个什么？迄就是佛祖出世的国家，所以啊，我就甲因讲，我是袂去看尼泊尔袂去啊，因为迄是。佛祖出世的国家，哇！我是感触良多啦，感触。讲出世伫台湾的人，安怎会这么福报？安怎会这么幸运？连放屎放尿都是一种享受。所以我自己尼泊尔回来吼，我入去便所，我真无爱爬起来，享受 ，enjoying 的。你去到泰国，去到泰国，
啊，去泰国就较无问题啊。像去泰国的，这我实在唔敢学，真歹听，真歹听。泰国话足歹听，未晓讲。啊，若要甲当作讲艺术语言来讲，是话那未歹啦。要要学这個，我实在学未出来啦。要来佫无学好恁听，佫无真实性啦。这实在，都未晓讲，但唔知要学啊无的。恁敢要听看麦？有一摆我去泰国啦吼，我去泰国，啊，我都拢有只食导游的习惯啦。我讲导游，换一罐来。迄导游就随家讲，法师，你较细声了。伫泰国导游，这导游吼是真歹听了。我讲，我都问导游的习惯，啊，我讲导游摕一罐来，敢唔对吼？结果讲。拜托呀，导游摕一罐来啦！泰国，吼、哦，那边的泰国宝啊，大家拢敢看。我想讲，可能我缘投的款嘛。伊讲啊，有法师啊，这讲的是真粗真歹听了。我讲要不导游安怎讲啊？伊讲导游吼，导游吼这难拍啦。我讲哦，阿吉罗，伊讲真正，我讲你甲我骗点，你要害我点？伊讲。无，你甲讲，正经啊，这是一个名词，尔法师，咱讲的甲因讲的无同尔，安尼，我讲好安尼，伊讲我不你甲试看，我讲难拍一罐来，真正摕来嘞，真正摕来嘞，你真正有影，真正，我靠，这个名词安尼啦，这不可思议了，啊，咱听起来真歹听，但是人伊出去都是安尼的，哎呀，哎呀，佫有佫较错的，迄唔通学。哎，我学袂晓，哇，迄真错，迄学了到底伊嘛袂困真啊！啊，迄全部咧错人诶，了嘛？咱用话音诶就好啦，用话音诶安尼，咱就知影。一个讲安尼，阮咧孤僻安尼咧讲啊，孤先生咧讲诶讲，一个去泰国语言佫袂晓讲啊，讲等几无久拢无甲拍物件来，等到足生气啊！台湾话迄三字就第一行就出来，教你行，等下面包就捧来啊！面包就捧，看安尼我知影，到你若会晓错吼，去泰国你就袂过事啊，伊就拢教你行，面包就捧来啊，面包就捧来啊，你若会晓错就对啦，去泰国你袂过事啊，你也免叫啥，伊就去衫裤处理，面包就捧来啊，讲正经话安尼，就是安尼，甲你讲说这泰国话吼。真不方便啦，哈！真不方便讲这啊，但当然在台湾学这是无适合。啊，不过这语言就是一种假象啊，这语言就是一种假象。哦，咱直接感觉好听。哎、啊，泰国人，咱爱食鱼啊，这足正常呀、啊。我爱食鱼啊，哦，这世间人讲足正常。你去泰国讲看卖，你该死啊！你讲抓起来推啊！你讲鱼啊，迄鱼袂使讲一，鱼就是查某人，吼、哦，嘿。嘿吼嘿吼，嘿就所在，嘿又阁袂使讲一哈，所以讲啊，语言的问题差足济，差足济吼。因此啊，咱来了解，了解世间呐、啊，只要有种种的观念，种种的观念，都无迄个对，甲唔对这款物件。吼、哦，咱讲真好听，伊讲真歹听；咱讲真歹听，伊讲真好听。所以世间呐、啊。伊的永远是矛盾啊！咱也莫甲感觉奇怪，咱莫甲感觉奇怪，吼、哦！入境的随俗，入境的随俗啊、哦！入境的问俗，只是咱听个较常常听袂惯习安尼尔。所以智者啊，任何的时间空间呢，都是平衡，以当中平衡，伊无感觉啥物，所以就是这样。世间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啊。第四，众生的病，心的病，这是什么？就是颠倒性，颠倒性。释迦牟尼佛讲：“智者正念呐、啊，愚者颠倒啊。”什么叫颠倒呢？比如说，这是毛巾；，比如说，这是桌子，这桌啊，这世间人来讲。啊，这个刀应该就踩在这个所在，永恒不变的踩在这个所在。
但是呢，读过物理学的人啊，稍微读过一点化学，了解这个刀啊，时时刻刻拢伫咧变化。这个刀啊，一百年、一千年了，一派一乱，反正变到一百年啊。这个刀啊，是时时刻刻迈向啊，沉住坏空变化的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啊，即马在咧变化，即马伊就是咧烂在坏。刀啊，唔是永久不变的物件。哦，我们说，哎呀，这个桌子你看，静止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不对，这个桌子根本没有静止，这个刀啊是时时刻刻里面的，足强烈的分裂的变化，的变化。这个刀啊，大家拢总知影，这个刀啊，大家拢总知影，拢知影什么？拢总知影这个刀啊，时时刻刻拢在变化。你说它静止的不对。桌子是动态，你讲啊，师父，伊是变化太慢啦，所以咱看袂清楚。我讲错，是变化太紧，紧到你刹那间你无法度看清楚，你袂使讲变化太慢，爱讲因为变化太紧，紧到，乎你目睭无法度发现，爱讲太紧，袂使讲太慢，速度太紧，速度太紧，咱无法度去觉察。所以讲，刀啊也是安尼，咱这个身躯呢，也是安尼，天地万物也是安尼。所以整个《华严经》在讲什么？讲四个字：法界缘起。另外，12月6号要开《华严经》文殊讲堂，来开这个《华严经》，法界缘起，尽虚空，遍化界。3000大千世界回归到一层，颗粒为尘，颗粒为尘是缘起，是性空，无量无边的3000大千世界，也是缘起，也是性空。所以了解咱这个世界，就了解他方世界，他方世界不离的真理，不离咱这个世界的真理，永远就是缘起，永远就是性空，永远就是唯心所造。所以佛讲的真理，不是干那世间会当用。3000年前，缘起性空，缘起性空；3000年了，缘起性空；搁1万年了，也是缘起性空。见缘起即见到，什么人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去悟到因缘生、因缘灭，一切法无自性，无一个永久性的物件，这个人伊就开悟，伊就了解正法。伊袂追求迄稀奇古怪的东西，一切法不可得的物件。所以，因为咱众生颠倒性、颠倒，众生颠倒，颠倒就是讲世间实在是在变化，一定是讲无在变化。释迦牟尼佛举出四个角度，众生的颠倒性，我们的毛病哦，咱心变毛病，最底下所在，以无常为常。不净为净，以苦为乐，以无我为我。世间的颠倒的讲，世间是无常的，我的空性就是不生不灭，就是相。世间的人就是安尼，为细汉到甲今仔日，唔捌去想着伊的死，唔捌去想着讲。死亡是在刹那间，唔捌去讨论到无常有一天会降临我的身躯，所以伊就拼命一直追求快乐，一直追求快乐，财、名、财色、名食睡，伊就拼命一直追求，到到有一天，要入命中百年了，目睭要开去啊，开始后悔啊，袂富咯，开始后悔啊，开始后悔啊，我追求的物件唔对啊。啊！我对佮唔惊，开始要修行，已经无体力，老啊，袂富啊，食老背无头刀，袂富啊，来不及，因为一动作就世间，啊，是因叫一直拼命，一直想要追求快乐。所以佛陀说，弟子们，一切的众生都在追求快乐，可是没有一个众生真正的了解快乐是什么。佛讲，每一个众生都是在追求快乐。但是无一个众生真真正正一了解快乐是啥物物件，
袂当了解。为什么？伊性命，伊毋捌想到伊会死啊！伊毋捌想想，就讲啊，有一间啊车祸，有一间啊空难，还是讲哎癌，毋捌去想到啊！就一个澳洲的徒弟啊，因这太太啊，女技师因这太太，伫澳洲发现着子宫癌。安尼，到个几个月发现着三四个月猛暴性的癌症，猛暴性的，什么叫做猛暴性？猛暴性的意思就是细胞的分裂过快，快到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就是猛暴性的恶性肿瘤。哎，恶性肿瘤，刚才发现的子宫癌才多久呢？还是肝癌？刚才讲肝癌吼，肝癌吼。发现的肝癌，才多久呢？四个月，啊、哦，啊，过去迄个治疗中心安尼住三个月，还不到一年，从发现到伊死亡，差不多六个月呢，六七个月呢，是啊，即卖是啊，三十几岁呢，三十几岁呢，发现的袂好啊，什么放射性治疗啦，什么？什么？江苏会一套啦吼，食什么？食什么？没有农药的、有机的，大行业的逼格就是无法度，一点办法都没有。淹了现前，神仙难求无命灵。修行念佛啊，这是让你袂当等一啦，让你袂当等一啦。所以咱这养德禅师啊，后摆设着去共修。就去共修啊，就去利益了南投县市啊、台中啊这些啊区域的众生啊。那么，那你了解讲，世间是无常，但是这个众生的动作是永恒的常，啊，你就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叫做颠倒，这世间的明明是无常，一个动作常，这第一个颠倒。第二个颠倒，那你心骨不清净。这点上严重，那些身躯不清净，那个动作清净，清净。你若了解这个不清净哦，电视那咧广告，你都袂动摇啊。你甲看麦电视内面咧广告，迄看偌济啊，看偌济，蜜登峰咯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啊。一支那低腿了嘛？来减肥啊！瘦一斤偌济，瘦两公斤偌济，瘦三公斤偌济，吼、哦！对不？啊，敢有影遐尼好？嘛真歹讲啊！啊，最佳女主角，对不？吼、哦！哎呀、啊，啊，佫一个广告，哇吼！佫一个广告，哦，你看起来像我高中的哦奶奶，哦我，为什么是安尼？吼，是不是安尼讲？哦，看起来像我高中的奶奶，有无？吼！你就看见那阮阿妈迄个无吼，你甲小想看卖，咱即顶即眼皮啦，即眼皮啦，你甲挂开看卖，啊，血啊肉，哦，咱规工血甲咱开始，咱规工就是伫即个臭皮囊内面伫咧打转，规工诶啦，咱规工就是伫咧臭皮囊咧打转。这个发型要安怎做才会水？哈、哦、啊！这个面啊，那四五十都想一个办法，要来拉一个皮，哦，拉一个皮。要那无就来下蒸汽，哦，要那无吼，啊，就裹个规个面白相相，啊，哦，规工拢为着这个面，安尼真烦恼了，真苦恼了，对了，足非常烦恼。为啥？你不了解。咱这个身躯是不清净的，啊、哦，佛讲，就算你用四大海水啊去洗这个身体，仍然不清净。四大海啊，佛甲你讲，咱这个垃圾的身躯用四大海海水，甲咱安尼强，甲咱冲，咱这个身躯都是不净，咱这个身躯都是不清净，不清净的对，安尼。咱伫咧着男女着这个欲望，是毋是咱就比较放开一下，比较放得下来？哦，放得下来。咱咧白死伫咧这个街上内面，你讲啊，这戴安芬，唔是啊，戴安娜，佮这两个定读唔对了哈。
戴安娜36岁，我阵啊拄啊伫出国，听到讲伊车祸死亡，后壁个记者甲追36岁，你看伊偌水哦！伊刹那间车祸死亡，无去。蒋维国，看啥物将军？蒋中正、蒋经国，啊，通通是姓蒋的啦。较早拢认为讲姓总统，那总兵啊，总统拢姓蒋的，就到大汉才知影讲唔是啊。我那些人话蒋总统万岁，话惯死啊，话惯死啊，蒋总统万岁，蒋总统万岁，雄雄王者严家干煞袂晓话，你敢知影？咦，雄雄王者严家干是话无啊？嗯，话无。啊，所以讲啊，咱啊。不敬为敬，这世间就是无常为常。这世间的无常，给当作应救的物件。这世间的真无应救啊！哈，这世间是不清净的物件，非常不清净的物件。啊，那尤其咱这辛苦，咱这辛苦，冷静小想看嘛，我们在执着什么？咱小冷静一下，也不过是那个欲望啊，欲望啊，欲望啊，欲望。过来，第三个颠倒，以苦为乐，哇，那这辛苦痛苦的咯，那这病苦吼，就讲过，我这病苦的作祟呀，吃药的作祟呀，无人这个病苦病到像我这脚纹的了啦，这脚纹，这脚纹的，那即卖是慢慢慢慢吃中药，慢慢吃中药，啊，那讲我迄个病苦的事吼，你不敢想象。你也听你讲，我咧讲笑。较早一天吐200遍，200遍，我讲的拢是实在。吐个吐，吐个吐，而且常年累月拢用西药嘛，拢用西药嘛。西药的对。所以讲啊，一直西药中毒，常年累月拢用西药的对。我不是说西药坏，不是这意思，注意你不要误会。西药有伟大的一面，西医有伟大的一面，因为我的体质不合西药。做到尾一直流汗，像现在为什么都要提着公安来配汗？你不能认为说我爱配这个呢？20几年以前汗收不掉，胃寒很严重，以前汗是这样一直水顶的，这样一直配汗，一直配汗，控制不掉呢。暗时袂困着，脑神经衰弱症，胃寒，一直吐，腹泻，腰酸，因为腰子积水啊，迄一回去台湾大学上课的时阵，哇，嫌王星去，去台大上课的时阵，爬起来下午班，袂起，没有办法，台大校本部罗斯福路，啊。啊，各位，迄个台大医科那边啊，常州街啊，那边徐州路台大哈，去边去医学院去教啊，各位校本部罗师傅去教，背起来，压分别背下二班，徛袂起来，啊来背起来下，坐袂落，那要坐落去分别空嘞，哎慢慢，那边积水，结石，就是积水。就水了掉，啊！去有邱医师医好去安尼，啊！这点非常感恩安尼吼。伊讲啊，这酸不是真正酸，内面有水，去有水哈、哦。所以啊，了解讲这世间真的是苦不堪言呐、啊，苦不堪言呐、啊，苦不堪言。是 啊，欲望会结成苦果，哦。比如讲，我们贪爱女色。那呢？贪爱女色，一生生世世就必须来投胎，你变为鬼嘛？哦，比如说男女的欲望，哦，淫欲是生死的根本嘛。哦，男女的这淫欲是生死的根本嘛。男女贪爱这个淫欲的欲望，哦，就是讲斩未断，变未开啊，欲望变未开，那这生死一定真歹了呀，很难了啊。哦，那有一个男孩子啊呢？写不要我，伊讲我吼真想要对法师你安尼出家，但是我的根基真歹，我吼这个男女这个欲望，我都无法度，就是无法度。
你想尽一切办法，拢总无法度。想尽一切办法咯，无法度，包括弯离啊，安尼对是无法度，到尾都犯手淫，还是没有办法啊！安尼啊，伊那暗时做梦梦遗啊，这个欲望之强，强到没有办法，就跟佛在世同款呐，是佛依教经来明佛在世同款呐，有一个 BQ 啊。啊，淫欲心尽当尽当啊！啊，一按身功，你牙一个刀给它剁断啊，断去这个阴呐！啊，门户做完了啦！啊，一又帮我尽当苦恼，无法度修行这关吼！啊，伊安尼苦恼无边，佛讲啊，断阴啊不如断心，你啊断这个阴嘛！啊，你从迄个所在剁起来，你根本无欲望啊，不如断这个心，不如为心观照下手，所以啊。欲望哈，那是想过当的人就对，要记住，欲为苦本呐、啊。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本，稍微平淡啊，尤其是在家人啊，咱在家人有家庭嘛，慢慢一步一步的放，慢慢一步一步的放，要记住咯。翁甲某拢就爱调配好势，未使讲一手就断，安尼哦会害啊，会出代志啊。袂使一手就甲锁死个，哎呀，一手就甲锁死，你要叫伊走倒啊？家庭就变卦，有诶女将就是安尼，我即摆受清净性，我饲我家，无爱，安尼啊，伊即摆伊人就讲只，勿紧啦，来强修一个啦，好啦，强修你听有啦，来强修一个啦，行啦，安尼啦，袂使，那慧老师讲的欲望是生死的根本，无爱哦。过一礼拜了，哦，面青面绿啊，面青面绿，去有因人摸的，摸怕。我讲，你哪会安尼？你哪会安尼？哪会摸到乌青见血先啊？啊，这都膝盖青筋的胳膊啊！我就是跟你讲安尼啊，我叫你讲慢慢啊来。佛法是一波一波来，你一招你给缩起，嘿，你叫我拍死的。我讲你拍不死的，算真加载啊！查甫人伊无学问，伊讲我来饲八关斋，甲伊我讲饲九关斋，伊迄条后壁就是唔知，最后迄条界就是唔知。点，你较早都会使，即摆是安那袂使。所以哦，你爱记住啦，翁仔某都爱讲清楚哦，慢慢慢慢来哦，甲伊灌输啊，吼、哦，灌输即个会当接受的思想，因为一个查甫吼，伊真想要出家，啊，真爱修行，啊，这查甫无啥物欲望，对这无兴趣，啊，这因某这疑心真重，啊，拢见讲拢因这查甫外口有查某，外口有查某，啊，因来挖来要甲伊生奶一个，闪啦，一直听法了，咱这不清净，欲望生死的根本啊，闪啦，啊，因这某，哼。明仔开始哦，炒菜，他那银行转来，无煮饭，炒菜，也相机监视，好、个菜安尼，副队管电器，佮白倒来，佮落倒来，鼎呢，乒乒叫安尼呢，哼，我小白，我炒菜我咧食，强修者有够到位，哦，炒到一鼎，用个破去安尼，个破去，结果。洗衫裤，佮洗不清气，凊彩佮洗洗嘞，先洗洗。伊人讲，啊，今仔西装是变啦，今仔衫裤是变啦，穿啦，啊，你不知道你是在这里佮洗啊？你无我袂要紧啊，你即摆无我袂要紧啊，你有合作就好啊，对不？啊，我是恁某了，啊，慧立法师，伊那遐大的魅力，你一手安尼，你听伊讲经了，你转来就哈，唔好，嘿，所以讲这世间吼，这世间，所以广化法师讲一句话，讲这个淫欲啊，最不好修行，是因为两方面的事情。那是广化律师哈，我们以前亲近他讲，这个男女这个欲望是最不好修行。第一，吸气派灯；第二，境界现前。翁仔某的关系，你讲我讲要吃清净界，对方唔爱你死啊，你无法度啊，你无法度，所以讲真难啊。艰难呢、啊，嘿，
个养一个才是吃力哦。七十岁啊了，因翁七十啊了，啊因某这啊阿婆啊，算阿婆啊六十几啊了，啊因翁无下过了，哈啊定定得较少，定定啊伊早这啊这老人诶，啊六十八的老嬷嬷啊，啊伊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伊感觉哇这真不真正无多，因的先生啊这等袂了七十岁了，七十岁了，你甲想想看嘛七十。差不多讲要往生的人啊，去站嘛，超准备观察伫后厅咧等啊。正经的，安尼即款就无法度。哎，所以讲这个，所以讲这个修行这款物件哦，我甲你讲，讲干啦，讲真简单的这个欲望，你都无法度啊。世间人，你讲要修行，讲要啥，干啦，这个真简单的这款，你都无法度啊，真歹修啊。所以讲，安尼关照。啊，这个欲望是痛苦的根本。慢慢慢慢来，慢慢来。我是唔知讲你的家庭生活安怎？你讲啊，较早那是一个月，哦，哎，卖想迄款嘞，吼，想过多，这数量卖想多啊。慢慢慢慢，一波一波一波来，哎，再过来半夜送戒，哈哈，再过来一个月啊，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未急急。起不来啊！众生以苦为乐，实在男女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大家拢心里有数啊！哦啊，大家拢以苦为乐啊！啊，这是苦痛苦的根本啊！啊，这是看咱六道轮回就是这款物件啊！咱就上爱做这款代志呀！哦啊，佮上歹拼，这款佮拼袂过啊！下面啊，第四种颠倒就是无我为我啊！无我为我，咱这个色心为头甲尾，咱来找这个我，按怎找你拢找无？咱来用 X 光甲伊翕过，不过是一个骨架而已啊，是一个骨架而已啊，一个结构的骨架而已啊。哦，啊，咱来为医学甲伊解剖，也不过是个肉体啊。啊，咱来为化学来讲。一个角度，这不过是化学工厂啊！来为物理学来讲，是质能互换，质量跟能量的互换，哎，质量啊，跟能量的互换，安尼俩，对不对？质量的 M 开头，能量 energy， 所以讲质能互换，物理学来讲，质能互换也是无我啊。化学来讲，那就辛苦几个化学工厂，加物件都经过化学作用。啊，分析碳酸啊，碳氢氧钙种种的啊，这些化学成分吸收再造新陈代谢，这不过是一化学工厂尔啊。不管你站在哪一个，站在佛学的角度，如梦幻化影的世间，所以智者有正念，了解一切法无我，所以咱今天所有的痛苦就来自于错觉，这是。将这个无我，实在是无我，啊，佮当作一个我，啊，有一个我，就开始追求，开始享受这个欲望，开始一直追求，苦就对后边一直来啊，苦就对后边一直来啊，苦就对后边一直来啊。出国啊，我再来佚佗一个，内心的烦恼你若无断，行到全世界拢总是同款。我去的国家，瑞士上水，新加坡上清气，瑞士没话讲。水书国家上水，看看呢，对唔，同一团呢，看看转来，烦恼无转，伊也是同款啊。空气好，水质好，湖清气，大木屋、小木屋，去铁力士山啊，冰河时期所留下来的啊，铁力士山，来行行看看，未歹，瑞士未去可惜，但是看看转来，内心的烦恼还是一样啊，对。所以智者不会以无常为常，以不净为净，以苦为乐，以无我为我。所以这众生因为有这个我，问题就开始来啊。所以，咱今天的听经，哎，记住啊，阿姜茶讲的啊，放下一切的执着，是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放下一切执着。是咱修行人一世的人的功课，
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要牢牢的记住，放下一切执着，是咱修行人一世的人要修的。世间所有问题、痛苦的物件，就是这个执、这执着这款物件，伊着伫个死伫根上内面，死伫根上内面。所以咱的情绪的高低潮，实在看你看得清楚，这世间就是无三昧的。你世间就是无三昧的，就是这样子。过来，过来，第五个颠倒，第五个颠倒叫做惯性、习惯、习气的惯性。执着以为是对的，已经可怕。什么叫做惯性、习惯性？比如讲传统，传统，那看在把卡，把个三寸金莲，你根本都违反自然了。你不是讲咱中国呢？我们去到泰国、泰北那个地方，清迈，清迈，搁去坐车。去长颈族，为细汉，一个小女孩，查甫无啊，小女孩，一空一金空，我够翕相咧，哎、欸，够翕相，佮戴一顶帽啊，佮挂一个乌人呢，乌人呢，敢那杀手咧，去到遐佮看，哇，安尼啊喂，啊，这比台湾较，比中国较食力，中国的是白卡，伊是白暗棍，暗棍啊，空一空，佮拢红红的红的红糖，你敢知影？铜啊，红铜，一年、两年、三年，空二十五年，一位细汉的空起来，哎哎，一个脖子吼，煞像那青管起来，一直青管起来呢。迄、那个迄、那个空啊，那个摕落，迄头壳就安尼。你伫电视毋知捌看到无？长颈族，长颈族啊，足可怜的，因迄种拢种迄女种吼，用这长颈族这，剩差不多七十几个尔，少数的民族剩七十几个尔。嘿，囡仔，查某囡仔一出世，伊就开始会空，啊！啊，我挖起的时候，啊，个小女孩，啊，我看，伊语言未通啊，啊，我小女孩来，我来，我摕二十块给伊，摕这，或者泰币给伊，啊，真欢喜。我讲，你借我看卖咧，借我看卖咧。啊，我从这皮安尼，个筋开，内面拢烂去，里面都烂掉，都烂掉。啊，未使拔起呢，未使拔起呢，未使拔起呢。好，啊，伊妈妈四十厉害。那是老家参阮阿妈差不多，我来甲问讲 ，Hello， How old are you？ 伊就讲 ，I'm 42 years old， 伊四十二岁，迄外老你敢知？因为伊这个，哦，伊这个阿门棍去缩起来，缩起来，过过个新陈代谢，伊过乳腺无发达，变扁平足诶，变扁平足诶，拢无得着，拢。也是讲发育不良就对啦，拢发育不良就对，也是讲完全违反自然就对。无生一个查某囡仔身材，伊都看无头前后边，拢分不清楚啊。伊个头前就是后边，后边就是头前，拢平平啊。为啥？违反自然，违反自然。哦，哎，我甲伊讲，哎，我甲伊讲，伊讲 ，Hello， 问我 ，How are you？ 伊问我几岁 ？You， 我 ，I'm 45 years old。我讲我四十五岁。Oh, you beautiful. 伊讲我足水安尼啦哈，我讲你真好讲话，我就爱听这句，你吼讲了真对啊，过二十啊，你过二十，哎，过二十啊，哎，因查甲因查某囝翕相，甲因老母翕相，你甲看我可怜。人类的惯性意识，传统的惯性意识，错的就当作对的，这真可怕。人的习气也是这样。人的其实也是，其实不是讲薄本能，比如讲薄本能。那南道观嘛，正真侪本能，南道观嘛，正真侪本能。这薄本能医学来检查，一百个内面会得口腔癌的，食本能的占九十五个。咱人的一四年，得口腔癌，医学调查报告会得口腔癌，一百个内面得口腔癌，九十五个拢食本能的。但是咱台湾正偌济本能？另外一边人，医生咧讲，无咧甲恁听。咱的惯性意识就是讲，我若无得口腔癌，就跟我无关系啦，对啦。我若无得，我若无得口腔癌，就是跟我无关系。人的这个惯性意识的思想，这种习气非常难断。过来，过来啊！比如说，杀人，杀人头祭祀，太郎祭祀，一个种族啊，太郎头都去祭拜，较早有啊，
即马废掉啊，废掉，伊嘛认为讲伊对啊。所以传统的惯性，传统留下来的文化，包括个人的习性，会将这个唔对的物件，该当作对，该当作对，你违背自然。我听阮母阿讲，讲要嫁翁，较早的人要嫁翁安怎嫁呢？我讲安怎嫁啊？因咧讲，讲迄女将爬起来，就未使放尿，就爱啊，便所放尿，就唔通食物件，未使啉茶，拢总未使。啊，就等人化妆好势，就等人来娶。安尼开始就安尼一直安尼禁，一直禁，一直禁，哎，禁到安尼下晡暗时，规工几乎拢。无咧上厕所，安尼讲这款哦，这结婚呐、啊，你来看这违反自然无？对不？咱人类有真济物件，拢是叫做颠倒的物件，哦啊，咱人嘛是同款啊，咱人的惯性意识就是真凄惨嘛。惯性意识，比如说执着于文字，咱离开文字，那么没有办法。佛法为什么会很难？离文字相，离开心缘相。那你一切相，你个看卖，那是活在有相的世间，大行都系有形的物件，有形的物件。所以一个画家，一个画家来我遐，讲啊，画家啊，带两个徒弟来，来讲，讲，慧立法师啊，吼，问这个哦，老师，真奥为多，真奥为多，什么佛像，拢捌画给地藏菩萨啦、阿弥陀佛、观世菩萨，拢真奥为。我讲吼，遐奥为哦，安尼哦。我讲你稍等一下，等下我叫你画。我入去便所，佮出来，因为慧老师你要画啥？我讲你甲画我的本性。我听伊，毕业嘞，怎么在要画啥？本性是啥？圆的、扁的、长的，还是三角形的？你要画啥？本性是啥物件？你要安怎画啊？无形象、无来无去的个性、清净的本性，你是要画啥？啥？你要安怎画啊？所以因为我们在机上打转、啊、以为是叫做对跟不对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的机器，我们不能去让我们的习气去看去，的机器临命中习气不改变，临命中的业力是很可怕的。比如说你贪到你的太太，接到你的先生，接到你的金钱、名利、地位，你小心啊，男女中的欲望拼不开，你小心，为什么？生死不了哦，生死不了，九点半了哦，还十分钟，还十分钟，好，好了哈，咱人的习惯性，就是思想的习惯性，恶的习惯性，善的习惯性，我们叫做一种潜能呐、啊。心理学家讲叫做潜能，那种孕育的内在的潜能，有一天也爆发起来，有一天也爆发起来，因缘际会议的聚会的时候，伊就爆发出来。比如讲，我恨这个人，我恨这个人，啊，这个人我恨你，这个经济落入去潜意识，就惯性意识，我恨人习惯了，我就恨你，我找伊就对。有一天因缘际就，两个过来共事，哇，小寡代志。两个都去冤家，到尾啊，这个牙都得给抬死呀！为啥？潜在的那个恨呢，可怕，可怕。所以修行，修行，修行的定义是什么？修正错误的观念叫做修行。我跟你讲无，所以你唔好去恨人，你唔好去起心动念去恨一个人，啊，无需要怨叹，嘛无需要嫉妒。以好以歹，伊的因果，咱歹咱的因果，咱对咱家己的因果负责任就好。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个坏惯性意识这样一直把我们推动，这样我们生死没法了。所以自责修行就断习气叫做修行。为什么在说，哎呀，本质具足，像六祖说的啊，本质具足，本不生灭啊，对不对？那你本性本来就执着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就要修行？禅宗说断习气名为修行，断习气方便说叫做修行。本来是无一物可得，无一法可修，本性具足，但是因为我们的习气重，习气是什么东西？解释一下，在这诸位，
我这个茶杯啊，逐工来泡牛奶，泡牛奶，逐工拢泡牛奶。我这个茶杯啊，这牛奶甲饼伊甲啉了，茶杯啊甲洗洗咧，拢洗，你看拢足清气啊！你闻到啥物味？牛奶味，这就是叫做湿气。啊、哦，咱这个茶果泡茶，茶果逐工泡茶，你泡茶，俺泡，人客来就泡茶，泡茶，泡茶，今日泡茶。这泡茶，大家拢泡茶泡啊！安尼真够，经过一冬、两冬、三冬，大家拢泡茶。这茶杯啊，家己洗好清洁，等等好清洁。这茶杯啊，摕个片，你片的啥物？清香的茶味，对不对？赶快，人都是水的湿气气。我们人的灵命中，随三个角度去啊，随念而去，随念而去，随业而去，随着习气而去，随着三种力量。随着念头，你命中的念头，随着你命中你的念头，你起什么动念，你就去转世什么什么六道，随念入去，随业入去，对你的业，你做什么业，对你的业去。第三，随着你的习气，随着习气而往生。所以你会使好的习气，你袂使有歹的习气。咱爱有好的习气，因为好的习气就是爱熏习。爱欣喜，爱常常听经文化，啊，看册，啊，听经文化，啊，接受着先知识，接受着先知识。啊，这世间伊就是安尼，惯性伊是真可怕，真可怕。为什么真可怕？世间啊，比如讲年轻人这代志，哦，报纸安尼看落去了，啊。有的讲要去甲烧册啦，有的讲替大某不满啦，啊，林清玄安尼啊，本来爬得最高的，安尼即马落来，摆平一落千丈。这个就是因为众生的惯性意识，一来宾就是安尼。林清玄伊也无甲你讲伊是做书啊，伊也无甲你讲伊是圣人啊，伊嘛是凡夫，对不对？咱即马看到伊的册啊，顿悟菩提，看到伊的册，林清玄的册。咱就把他动作、啊哦、高高的捧起来，高高的捧起来。人他不叫你这样，但是咱自己雕塑，把林清玄雕塑可以祖师级的一个居士。他教人按照生活家庭按照分配，他现在对大母这样很多人对不满，哎，晚晴之位人对不满，就跟他过跟他过啊。其实问题在哪里？这个记者问题在这个记者这个问题。哎，记者叫他出来说明，林清玄他对记者说了不对人的话，批评对记者不满，我说得罪记者你就判死刑，正经的啊，他隔天刚报纸就跌下去啊，规全台湾省就给跌啊，为中时晚报开始啊，母乳就倒啊。其实林清玄对佛教贡献真大，伊多真济初期的，伊嘛无叫你个雕塑讲祖师大德，啊，咱人的惯性意识啊，好苦好苦好苦，伊就是互我哦，非常的敬仰的人，爱照讲，伊是在家人爱讲，娶某伊重婚，即个世间来讲，即真正真平常的物件，即无啥物通去个责备的物件，但世间来看非常的大，非常严重。在我的心我是很平静的，所以如果看到报纸信就听，啊，师父，你对林清玄有什么看法？我说我没什么看法啦，我也真的赞叹啦，那有什么看法呢？对吧，我是认同说他对佛教贡献很大，他接引很多初期的，这样就好，关于他的私生活，他自己很清楚啊，他对大母有情无情，这也他林清玄自己很清楚，我们不管我们自己的因果，他说，啊，报纸这样看，我说报纸哪会听一狗屎口会吃一正经的？报纸哪会相信是高山的家是正经的？我说这句是比较粗鲁，不过我说这句是实在的。报纸看的哪一个有准？我问你呢，啊，哪一个有准？他的准确度到底有多少？哎，所以一个高僧大德说，现在是什么时代的还相信报纸啊？对不？那你得了解哦，我们人的惯性意识就是说哦，我们的善啊恶的惯性意识把思想啊雕塑成一种啊严重的一种区隔感，恶言论恶言的对立的时候，我们的惯性意识使我们的善恶的惯性意识啊能所的惯性意识是非的惯性意识非常的强啊，永远的一直在对立里面，一直在对立里面。那林清玄也不叫你这样走啊，他有没有叫你什么对他有什么希望？伊嘛依法不依人，所以人咧一直问我讲，师父你对林清玄有啥物看法？我讲佛祖一句话讲了上对了，依法
不依人，安尼你听有无？这么简单。你是咧烦恼林清玄什么物件？我讲伊讲的话对无？伊讲伊写了真好。我讲安尼就对啊！你烦恼伊啥？你写笑的唔是安尼？正经的头壳歹去啊！我都如如不懂，你是咧烦恼啥？哦，过来，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知识性，知识性，哎，知识性的是讲啊，知识性的是讲，咱从这个世间。动作真实的东西还要把它接掉安上一个名词安排一个名词用花安排一个花的名词桌子安排一个桌子的名词、啊、麦克风安排一个麦克风的名词、啊、这辛苦这四大本空五蕴无我你们安排一个名字叫慧力法师、啊啊、不然要怎么叫对不对、啊、大家都有假名、哦欸啊、不然、啊、要怎么叫他说哎，就演不出来，迄个唔知啊，叫一个阿花啊，伊就是知影，卖菜花啊，嘿，拢知影。嗯，伊若去菜市啊，花了拢几排，阿兰啊，都几排拢花了。哦，菜市啊名就是安，花了都几排拢总造出来啊。所以，咱人因为执着，因为有一个实在啊，安尼就痛苦啊。所以，你得对你的后生有一个有一个期望啊，就趁钱有一个执着性，因为咱得懂将这世间当作真呢，痛苦的来啊。执实性执着的执实在的实执实性那狼第六个思想上的严重的病态就是执着这个世间是实在的东西不知说这个世间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假象的东西所以明心见性的人无输也无悔无对也无不对无绝对的对也无绝对的不对所以报纸人咧看啥物，后时啊甚至佛教当中互相写黑函攻击，我连看我都唔免甲看。最近印尼啊，一日咧攻击一个法师，一直写迄个黑函来我文殊讲堂，为印尼专工写黑函已经寄两摆啊，一直咧骂迄个出家人。我看到了，我就甲偏意杀啊。为啥？我唔是当事者，规张批拢充满着恨，规张批充满着恨嘛，哦。咱不是当事者，咱哪会知讲谁对谁不对嘞？我问你嘞，哦，啊，伊一张黑函来，我都给伊影响，安尼我要较有智慧嘞，我要较有智慧嘞，对唔？我无，我绝对，我无让我看到真相，无让我亲自去了解，用智慧亲自去跟迄个人做伙，我绝对不做任何的批评。为啥？咱是无了解，咱是局外人，所以愚痴的人就执实性，啊。所以我见是很可怕的，我的看法啊！所以去哪里了？人类思想上的严重病态，哇，综合起来，第一，累积性，累积啊，累劳累的累，积囤积的积，累积性，累积一二三四五，就是一种累积性数量观，数量观，人类的第一个病态。人类的第二个病的有限性，因为没有智慧愚痴，所以用有限的生命看待这个世间，又不愿意去听有智慧的人啊的这个开示，所以让人的生命智慧有限性。第三，人类的思想严重的病态，矛盾性，感性跟理性不能平衡，常常吵架，恋爱执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因为内在的矛盾，没有对象，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自己在那边跪，自己在那边哭，自己在那边想，没人在跟他冤家，内在也矛盾。第四，颠倒性，以无常为常，以不净为净，以苦为乐，以无我为我。第五，叫做惯性，习惯于是跟非的观念，习惯于对跟错的观念，习惯于我们的思想传统文化，我们的惯性意识形成一种业力，到你命中惯性意识牵引着我们，那不会当遮住，所以要赶快断习气。第六叫做执实性，执着这个假象缘起空性的东西变成实在的东西。那人类有六大的病态，那好好听经了，该修正自己。感谢大家三天安尼哈，隆重来参加这个佛学讲座。那么咱今日啦，进入这个第三讲，这个
刚者啊。那么咱长公人类思想上的严重病态有累积性，二有限性，三矛盾性，四颠倒性，五惯性，六执实性。那么咱今天就为最后，因为众生有这个执着性、执着性，所以任何都的时间跟空间都看那个见解不同，执着自己的看法是正确。无论立法院也好，无论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莫讲遐远，讲咱的家庭，翁甲某意见的看法不合，为啥？执着自己的看法，我执我见，我执我见，所以咱记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咱记着煎熬的日子，煎熬，咱给咱自己压力，因为心肝执着，活在顺境当中，五逆难，咱心肝就起摩擦，起摩擦，所以啊，咱内心给咱自己的压力，因此，咱到后尾啊，无多就精神上的崩溃，承受不了，一些一直要甲咱欺负，咱无多忍耐，咱感觉伊足无理的，咱佫伊的某，逐天甲咱拍，甲咱讲，讲到后尾啊，佫甲咱恐吓，到尾啊崩溃，精神分裂，精神分裂。所以咱人，身躯破病好医，心破病无医，无药来通医，因此要修正一个观念。那么咱今日讲要研究一个佛法，常人咧讲讲，法师吼，因为咱南投市啊，啊是这个附近啊，初级的介济，初学或者真济，希望法师啊，莫讲伤深，讲伤深听无，往后无法度讲大家听有诶安尼，伊讲伤深无法度啊，懵无啊，啊，有形的懵有啊，无形的懵无啊，你啊钱条算算有啊。啊！你叫伊讲，什么是开悟，伊唔知啊，所以无法度吼。你要紧，咱慢慢来。讲佛啊，为什么啊？是这样，达到咱恭敬，达到咱礼敬，达到咱崇拜。佛祖为什么这么伟大？达到咱安尼去甲伊研究，达到去甲伊接受定力，为什么？那么做一个佛教徒，爱心人识佛是啥物？伫经典来讲，佛具种三种的条件，这三种的条件众生拢无。第一，大智大智慧；第二，大悲大慈悲心；第三，大能神通自在，生死自在。咱即马讲佛，以具足这三种条件叫做佛。第一，大智大智慧，大慈悲，大能力，大能力。咱一项一项来剖析。大智慧，佛的为什么讲佛是叫做大智慧？大智慧，用佛祖也做太子，有某，佮生囝。内面金银财宝，达项达项拢总具足。有国家做皇帝，唔做走去出家，为啥物？知影讲这无究竟。皇帝伊嘛得生老病死呢，这生死这是真大问题。所以佛令这众生活在这世间苦恼无边，有钱的烦恼啊。像咱台湾有钱，惊人绑票；无钱的嘛烦恼，惊病苦；惊无厝；好起来也烦恼，散起来嘛烦恼，病嘛烦恼啊！出事生老病死，拢种烦恼。佛伊就发愿，一定要听悟到这个真理，因此啊，要去出家修行。经过几年的苦修啊，伫菩提树下证悟到。
人生跟宇宙的究竟彻底的解脱的真理，彻底的一旦解决了人生的痛苦。所以佛陀说，入我门中绝不贫穷啊，只要你走入我的门，佛门就对，你就无善巧，你一世的人你就未善啊。哦，所以在做注意啊，你来家己拍破我，你一世人你未善啊。因为咱的内心啊，充满了智慧啊，咱比什么人搁较好个，咱的活个真解脱，得大智慧，佛就是彻悟人生跟宇宙的永恒的真理，以及的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般的宗教是拢有夹带感性的意识状态，感性，比如讲。你要相信上帝 You must believe God， 你一定要相信上帝，对不对？坏，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相信上帝？你说一下我听看，因为上帝是万能的啊，创造天地万物。叫那个不要讲话啊，叫那个不要讲话啊，上课期间真的不要讲话啊，哎，因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讲，哎，我会使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但是我嘛会使唔免相信，因为伊无，我无一定爱相信讲天地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佛的讲经都唔是安尼讲法啦，佛讲世间无常，人有生老病死的痛苦。我问你，你要相信唔相信？拢不管，这跟相信无关系。跟感情也无关系，即个唔是你相信就你唔免死啊，啊唔是我无相信我就免死啊，哎嘛唔是讲你相信伊就必做吼未无常，拢总同款，相信嘛无常，生老病死，你无相信伊嘛是生老病死，佛就是将这个世间的真相甲咱讲，无任何的感情的因素。真理就是永恒的，不受任何的感性的支配，叫做真理。不是你要相信跟不相信的物件。事实世间就是无常，无什么好辩论呢？你不相信，等着看呢。你也死，我也死，无你等啊，那就一定要死啊，那无法度，对不？佛祖讲的就是事实，讲这事实，所以有智慧，因此一查这个肉身会歹会烂，伊就重视这个精神。就是咱的觉性，咱的觉性开始有修养，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就讲啊哈，说弟子们，一个人从事精神的生活的人，这个人就接近了悟道，这个人就开始接近解脱的日子啊。佛在《阿含经》讲，讲弟子，一个人呐会晓重视咱的精神作用，精神的生活，就是讲唔免照着物质的生活，伊就会当活较真快乐。重视精神的生活，这个人已经接近解脱的阶段，接近解脱的阶段，因为因缘就得不尽，所以把精神领域升华到最高点，把物质的生活欲望降低到最低点，这就是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个大智慧悟到什么呢？悟到这人生无常、苦、空、无我、无实在人，哦，安尼，悟到这个宇宙无一项物件，无伫咧刹那间伫咧辨别的物件，哦，一微尘即知遍三千大千世界，就《华严经》讲的，哦，破一微尘即知三千大千世界，回顾万法，通通是缘起，通通是性空，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手巾啊，你若开悟，你就知影。哎，你啊，手巾啊，就是因缘生，因缘灭，条件所造成的缘，就是条件啊，种种的条件啊、哦，比如讲布施，那些施啊，施啊，哎，接着变布，甲财进变做手巾啊，种种的条件因缘，才变做这手巾啊。赶快，咱人借着老爸老母精液啊，甲这个卵变成受精卵，慢慢啊。着床子宫发育变成一个人，所以这就是生灭。佛知道这个天地万物宇宙当中生灭当中还有一种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的
如如不动的清净本性，相伊按怎变化，本体无变化，本性不生不灭，哦，伊就悟到这点觉性。所以简单讲，就是无受境界影响，不着相，无分别心，离一切相，名就是诸佛。佛的伟大就是未去有这境界念着，你念伊未着，伊未艰苦，伊无大的观念无少。伊嘛无借钱甲即啥，借钱的观念，伊嘛无感觉足委屈的，啊，因为伊有智慧，因为伊知影讲今仔日所有执着痛苦拢总过，为啥？十年了后，今仔日拢总叫做历史净土；二十年了后叫做经验；三十年了后啊，留落来只是一层记忆的模糊的记忆，到个即刻会客气了后，今仔日所有的波折痛苦。拢总无真实性，拢总无实在。咱今仔日无共，凡夫独伫个这个机上的世间，伊即马感觉足委屈的，伊嘛袂困起啦。哎，阮翁甲我骂，伊嘛我都袂困起啦。哎，袂困起啦。为啥？独伊唔知讲这是会过啊，今仔日一定会过，明仔载一定会过。所以，咱每一个人都是咧期盼，期盼，期盼怎么样？希望讲明天会更好，我的囡仔饲好大汉啊，种种希望事业做较大。伊唔知讲伊所谓希望，也随着时间而失望。为啥？生灭法的世间留不住任何东西，这就是大智慧所经讲经讲，应无所住的生其心。迄、那个生其心就是生清净心。即句的意思就是应该无所着。升起清净心，为什么世间唔达到咱执着，不值得我们这样痛苦煎熬自己？这是一愚痴的人，问题是习气歹改。所以这个大智慧的人，他心非常的安详，啊，他过着世界太平的日子。佛的世界，佛心中的世界，参咱众生无共。众生的世界是过战争的世界，为下仔啊，翁仔某着战，母仔囝、爸仔囝意见都要战，去上班搁甲同事搁战，啊，若无人战，伊家己战，伊会烦呐，伊会烦呐，啊，着真恶杂啊，啥物着真恶杂，伊家己也毋知啥物原因，对，所以啊，凡夫着过着战争的日子，战争着是心嘛，着伫某一种观念，袂当宽下众生着战争，执着上着战争。看这个有气，看这个无气，就是战争。内心一直未平静，未平静，何以故？着相，将这个假相当作真的。佛一知影，佛知影这个所有因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物件，无自性、无一实在的物件。所以佛祖的心就是安尼一个水平。啊，咱的心是安尼，安尼再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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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再给，就是安尼。拢总是安尼啊，普渡来普渡去普渡啊，所以咱人就一定爱避避一寡快乐，来跳舞啊，来 KTV， 来 MTV 啊，吼、哦！何况这就是伫希望的世间，想要追求快乐，是个大愚痴的人。在这个无常的世间，你想要追求到真正的快乐，那是一种愚痴，是一种奢求。意思讲，在这个如梦幻泡影、生灭法的世间，咱想要去追求真正的快乐。那根本就是妄想颠倒，不可能的代志。唯一，爱放下一切，爱放下。看到什么相，莫去着着，唔通去挨着。所以，佛给世界就是天下太平。什么人要甲害？什么人甲诽谤？啊，佛大智慧，伊拢总一直如如不动。为啥？这拢唔是真实的物件。你像人家大巴肚去甲佛祖诽谤，讲迄佛祖的佛祖连解释都无，干那笑笑啊尔，连解释嘛无。那迄提婆达多为山顶拎石头啊落来，这《法华经》都讲啊足清楚。提婆达多啊，实现呢啊，为个观顶山顶拎石头，要佛祖死，佛祖佫走去地界，佫甲救。这是佛顶的智慧，佛顶的慈悲心，这世间人要靠有法度做会到。所以大智慧，因悟到人生是假象，宇宙就是缘起因缘生因缘灭，无自性的因缘空性空的物件，
万法皆空，甲万法开空，我都无所住，不离一切相，不执一切相，不着一切相，不分别一切相。那么面对一切相，超越一切相，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会面对现实。但是所有相拢把握袂到，一超越这个现实，这大智慧啊！咱无讲，咱拢家己挖一个陷阱，啊，家己钻落去，家己用一条绳啊，家己绑起来。为啥？啊，佛陀说，生命本身其实没有这么复杂，是我们把自己搞得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挣脱。佛祖讲，世间的代志其实是真单纯，是咱家己不加，可以变真复杂，煞家己绑死家己。人是自己掘坟墓的一个开挖者，咱家己思想错误哦，烦恼，咱家己无智慧去挖一个陷阱，家己跳了，因为毒死底下，人制造陷阱，然后自己跳下去，家己挖一个陷阱，家己跳了，家己死啊！你要怪什么人？你怪咱家己无智慧，这个叫大智慧，所以佛的智慧是铁滴滴。去开悟的人生跟无敌的真理，所以简单讲就讲，你想要动着佛祖一个念头，无可能。你安怎拢无可能动着一个佛祖的念头？你佛祖伊个修行时，你迷路现前，伊谁知影迄臭皮囊？啊，游来游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佛祖讲的，跳来跳去，跳到尾啊，死到桥一定爱死啊！看你偌水，拢同款啊！伊讲免放屎，免放尿，拢感觉对佛祖来讲，这款无作用。你金银财宝来讲，佛陀说啊，智慧者视黄金为粪土啊，有智慧人将黄金当作粪扫。哎，哲学家说啊，这咱中国的哲学家啊，说黄金呐、啊，对圣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重量，黄金对这个。圣人来讲，不过是一种重量尔，重量一直重重安尼啊，无啥物感觉，无啥物感觉，啊，一只重重尔，金马甲，啊，这凡夫来讲，现在伫来看到金马甲，伊就着死伫遐，着死伫遐，金马敢无讲，你甲接着，你甲接着，伊无啊，伊就咱的心妄想，伊无了解讲，迄金马嘛是短暂的东西。短暂的东西，所以啊，凡夫伊就是安尼伫个机上打仗，伊就挂这挂那挂这安尼啊，为着这个身躯，伊就爱安尼化妆、美登峰上面欧蕾安尼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是安尼啊。到最后就连我都很喜欢看我自己，但是你敢问讲你自己是谁啊？ Who are you? Please tell me, who are you? 请你告诉我你是谁，你讲得出来吗？你认识自己的请举手。你说我听看，你是谁啊？你说我李登辉，李登辉这假名，他老爸也说合作蔡高赛也可以啊，这假名。你说我听看，你是谁，你是谁？咱说不出来啊，你冷静想看咱是啥，你家己讲不出来。迄规工拢甲咱上亲近的，竟然我讲你是啥，你讲不出来。为啥？你不认识他，你看到是干那假象尔。细胞每天都在分裂啊，细胞每天都增增减减，增增减减，看到假象。所以佛有大智慧，伊心结着真安详的物件，真安详的物件。金钱一如如不动，如是。一如如不动，名利一如如不动，世间伊只无一项当的代志，会当去当着去做一个梦想念头，无可能。啊，迄款是啥物人？咬个讲会食苦啊呢？无话讲啊，没话讲，伊就是圣人，哦，对不？但是咱每一个人的本性，拢总是佛祖，所以咱就爱开采咱家己的本性，所以拜佛，咱来做佛祖。啊！若信上帝，你无可能做上帝。你假死，你讲鬼，你去拍死正经的。所以，咱拜佛，咱来做佛祖啊！第一大智，第二大悲，大悲。这一般人读了唔对啊！吼、哦，平湖一个法师或者大悲寺啊，信徒看到讲：“哎呦，
这个悲就真悲哀了啊！这大大的悲哀，你这件事呢，或者大悲哀的事，伊个解释了唔对呀！啊，大悲事是悲，就是拔苦，拔众生的痛苦。大大要来拔众生的痛苦，就亲像观世音安尼。吼、哦，这个悲唔是解释做悲哀，叫做拔苦的意思啊，拔苦的意思啊。大悲。大悲啊，是什么呢？哎，大悲啊，哎，这不是像世间人拢学袂咩啊？台东的太玛丽啊，还有一句悲啊，因先生大家拢讲咩啊？玛丽一句悲啊，哎呀，拢讲袂因太太啊，哎，东部遐啊，啊，啊是太玛丽还有一句悲啊，因咱拢提起来啊，哎，咱学会的人无人安尼。哎，咱拢是西方有一尊佛做观世音，开嘴就是阿弥陀佛啊！啊，那世间人开嘴嘛是死你呀！啊，世间人开嘴嘛死你，你家己去想啊！啊，啊，咱学会的人开嘴嘛是死你啊，比死你唔过差真济呀！啊，大悲，为什么伊大悲呢？为什么伊大悲就是无条件救度众生，无条件，你心里也好，伊嘛要甲你救。你害伊嘛好，你咪咪要甲你救；你诽谤伊嘛好，伊嘛是要甲你救；你去甲剁手剁脚，伊嘛是要甲你救。伊就无心，是看这是啥物人，就是佛祖啊。看三藏十二部经典佛祖东西，迄外道是要死呢，要甲害佛祖呢？因为佛祖真牛，迄外道嫉妒，哎，就放这个大枪啊，要甲佛祖斩死啊！啊，咩也无法度啊！啊，要做暂时啊，要做手撑出来，奉公化作五只狮，幸福，幸福啊！要做嘛是救外道，嘛是度外道啊！去佛祖去突破经典讲，佛祖去突破的时候，因为外道受到六师外道的影响，吼、哦，出去的时候呢，结甲佛祖结石头啊，甲佛祖结石头啊，啊、哦，哎，佛祖伊边有金刚护法啊。结不掉啊！啊，佛，那石头呐，飞来到佛祖的身躯边，就金光火就甲拍掉，就拍掉。佛祖东西在世，人提石头结佛祖啊！我来到南投市，到今麦也无人甲我结过啊，敢知啊？算也袂歹啊！哦，结果佛祖结不掉，去结啥？结佛祖的囝罗侯罗，罗侯罗啊！啊，罗侯罗，佛祖的囝。啊！佛祖因为多真济少年人出家，所以外道就开始诽谤讲佛祖是断人的后嗣啊，断人的后嗣啊！啊，伊就开始等下罗侯罗佛祖的囝啊，也出家去突破，突破了就结佛祖的囝罗侯罗啊！哎呀，罗侯罗伊初修行伊边啊无金刚护法啊，啊好结甲拢老废啊，规头壳顶拢老废啊，拢啊无亲人心，跋体力拢目睭磕磕安尼，磕七分安尼。一直走真骨气啊！啊，袂晓恭敬三宝安尼。哎，佛祖，你甲罗侯罗教，讲你袂使有信心。哎，观想讲，这个咱就是欠人的，咱就是欠人的。啊，咱顶世的人可能原来讲结石头，还是讲结铁钉啊。这世的人能害咱石头，所以安尼害咱下个动作啊，消灾啦，动作害人安尼啦。哎，观想害人，观想因果啊，慢慢放下。哎，所以佛的一贯大悲心就是讲，外恶毒的这个啊，这众生一定是要度伊，叫做大悲，无条件、无任何的信心、平等心，不是像咱今麦众生，像咱今麦众生，你来去得失掉伊吼，用有形的来。叫黑道的来给你抬，那无形的他叫胡阿仙，叫我们放胡啊，这修行啊，拢修阿含，
修四念处，修不见观，修无常观，观无常，观空性啊，也不认同大圣佛法的持咒念佛，那嗤之以鼻，认为大圣非佛说，大小圣之争到今天已经千几年了。但是咱中国啊，八大宗派成就的祖师大德，大家拢修个金刚不坏身，修出来几落千粒舍利子，这个会当证明讲中国大圣思想是佛说，啊，那无那无可能修个这款境界。六祖单经讲出来经典，甲佛祖同款；观音老师讲出来，甲佛祖讲的拢同款，对不？哎，所以讲大圣是佛说。那么大乘有真济方便法，小圣不认同。比如讲持咒念佛、七咒两分，这些修行的真智慧这款物件。所以伫阿含呢，伊伫你讲持咒是一种外道的行为，但是啊，这是持咒念佛，这是大圣的方便法。你，即我伫你讲，只要咱的心若有正知正见，也有智慧，我伫你讲，啊，大圣佛法的方便呢、啊，很多地方是真可行的、啊。啊，比如讲，有一个人，有一个囡仔，23岁。车祸，进入了，都伫交互病房，三暝三日，无醒。你这老母，都拄干那一个后生尔，101个干那一个尔，他就开始哭啊，就痛苦啊，无法度啊。啊，真系修行的，修阿含经的人没有办法，伊无咧甲你加持，无啥物，也不认同大悲咒，拢无得着。我认为啊，大乘佛法有慈悲款卡，伊就去到一个啊高阳中央信堂，也去到雷音寺啊，师父啊，啊，他这个信堂的车祸，脑震荡真严重，医生束手无策，啊嘛唔知要安怎，啊到底是要开刀，也唔开刀嘛拢唔知呢，啊要安怎咯，啊佫无醒啊，佫无醒啊。去拜啊，哭啊，痛苦啊，就啊，不是讲做信佛啦啊。人呐，拄到逆境到尾，无法度就找师傅啦。师傅就是拢咧冒跩笨蛇啦。平常时啊，伊袂晓恭敬三宝，啊，但拄到无法度咯。遐所谓中医西医无法度，伊就会晓讲，我要来找师傅啊，安尼啊，安尼找我，找我。我第一句话就讲，我无修行啊。哎，真严重了，车祸了，昏迷不醒三暝三日，我也不是神仙啊！连我逐工拢有洗身躯，我无够贵仙。那迄会无法度，迄阮歹势啊！我两门个关起来，两个关起来，我讲你去找别个人。哎，伊找咱，找咱，那我就想讲，咱若无修行，听讲观世音菩萨都遮灵感，哇，无遮久，咱也毋捌甲求过。啊、哦，好啊！我讲啊，无你啦，你得对我有信心，我是家己对我无啥信心啦吼、哦。啊，你得对我有信心，无出加减创看卖啊。有缘无缘，大家来聚会哈。囡仔生10个啊，哦，啊，就安尼来，甲持咒啊，我甲讲，你先转去。我念好较功夫咧，因为我功力无够。我念好较功夫咧，我从那迄边得空咧。开始一直念大悲咒，因为我知道我无修行，我若无虔诚求吼，佛祖伊无可能赐我大悲咒的呀。这我因为真贫惰，毋捌咧念观世音菩萨，拢念阿弥陀佛，伊毋知要插我嘛呢？观世音菩萨毋知讲我拄着困难，才要甲求我呢？哎、欸，那就开始甲求啊啊！我念梵音，南无哈拉德拉德拉耶耶，南无阿利耶佛罗格德斯巴那，你直念念念念念。啊，你一直观想啊，这个水面放光哈，水面放光啊呢，一直观想，一直观想水面放光。哎，通参道的边啊，看到水滚起来，滚起来，我是无注意看滚起来，我那边哭滚到听家属真系紧呢，也滚起来，我唔知呀，呀，我一直听见滚起来，我一直点一直点嘛，我讲我这虔诚完了有效，开始啊加持，加持大悲咒水，哦，
压压第三个指头、第四个指头，哦，叫做加持印，哦，不要肯定关定，哈，不要肯定，这不是被配弄啊，这是一杯是茶哈，因为是茶，啊，用右手压第四个指头、第五个指头，这大家肌肉会感应，不是干哪我尔，哦，用第四个指头、第五个指头放在眉间，哦，你唔能肯在家吹到时刷啉两杯去关，吹到你啉两料嘟嘟无安尼，哈，安尼唔好啊，啊，加持叫做加持印，念加持印啊。啊、我已经给你教了哈，啊，你念念念，那你念念念，我非常虔诚念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啦，啊，极尽虔诚啊，念，哎，云母也来了，要提大悲咒水啊，我甲讲菩萨，我这杯大悲咒水吼念甲老宽，非常认真安尼求吼，你吼提等，我甲你讲，啉了那无效吼，你得准备休息。正经的啊，安尼旁边的暗时啊八点，想尽办法都甲关落去啊。十点出院，八点饮到十点，骗落去，这个叫做平常的迄落交互病房摕出来，摕落去病一般的一般的病房，八点饮到十点醒，两点钟尔。哇、哦！我来讲，甲关心嘛，说加热在哦，有你的帮忙哦，不只只很闹亏哦。哎呀，这个很闹亏啊，我的啊。所以讲，我有甲注意讲过哦，真侪人用帮扶啊吼，啊，足简单嘞。哎，惊是讲你无虔诚尔，所以我也注意讲，你若真正讲，比如讲你耳孔有听到声音吗？有听声音吗？吼、哦，听声音嘛，吼、哦。但你再讲点闹鬼的代志，吼、哦，哦，这介精彩啊呢！我故事是真多，因为做法师嘛，大家然后啥代志拢会甲我讲啊，我才讲给恁听。伊讲我听到声音，我听到声音，哈、哦，啊，佫啥嘞？用棒骨啊，啊，浑身不对劲的对，嘿呀，未平安，这也未平安。我讲介简单啦、啊，无啥个啦，啊，对对，放大杯做水。放大杯做水，冷的就好，唔免加，唔免咧停咧烧烫烫的，迄用家属行滚，迄无爽。哦，哎，正手起咧，哎、欸，我跟你讲，大杯做水念二十一遍，大杯做二十一遍 ，Om Mani Padme Hum 1080遍，观世音菩萨1080遍。如果那无时间，大杯做7遍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啊108遍。啊，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108遍，用料的时压第四个指头啊，拇指哈，那右手的拇指压压2、3、5，留第四个指头，老第四个针头啊，在水面上下下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啊，啊那唔捌你的观想。观世音菩萨在水面，唔捌你的人啊，唔捌你，啊唔捌你，不要写，不要紧，啊，虔诚求，卖写嘛，不要紧哦。了，再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观想啊，观世音菩萨浮在水面，啊，安尼念，安那念，那观想里面放光，里面一直放光，内面一直放光，安尼，哈、哦，内面一直放光，哈、哦，也唔当定来念到一半，看滚无念到一半，看滚无安。啊，迄保证滚袂起啊！嘿，嘿，定老遐执着的物件，你插插伊，然后你着虔诚安尼个念，安尼个求，安尼。你若加持到最后，你个啉这个茶吼，伊是甘的，甜的着着甜的，敢若掺蜜共款，这很不可思议的物件，真不可思议。哦，哎，啊，头掺蜜迄无算，头掺蜜，你家己头掺两滴啊，你家啉看，啊，为了臭蛋，你看看。啊，迄无算，迄打妄语，啊，打妄语，毋是打香菇，嗯，打妄语，嗯，过来，你讲这个，咱大乘佛法，有真济修行的无法度得袂到的，过来，有一个引导哦，闹鬼，伊去买一间新厝，啊，人无甲讲，迄内面有鬼啊，是查甫鬼。拢拢无甲讲，啊！伊就真欢喜去买个俗厝，真俗个厝，你听无？哦，买了后吼，
因为后生查某囝半暝半更啊，一半都哀了，一直拼性命，一直哀，一直哀，一直哀就对啦，哀啦！哇，妈妈，迄墙壁有人啊！妈妈，迄墙壁有人，哎，墙壁人，哎，鬼吼，迄墙壁吼，安尼穿过去，穿墙走壁的就啊，咱看是墙壁，迄鬼安尼，你去出来拢没有障碍，都没有障碍，迄个墙壁的就墙壁没有障碍。已经闹外国闹三四个月啊，闹到因翁破病，一破病，后生查某囝半暝半都哎呀一叫，都发高烧啊，就上病，下住住了一个顿来，一个顿来，这非常困扰，困扰到伊实在是唔知变呐啊！这间厝安尼装潢到遮水，开七八百万啊，搬新厝啊，闹贵得死啊！呾真财产看这个尔，但唔知变怎啊？伊按什么个搬？按什么个搬？你无钱？你啊，有一个姻缘啊，因大姊学佛，因大姊学佛，因大姊是真虔诚啊，伊的护持慧律法师的来来的时阵啊，就啊，师啊，但这吼、哦，这问题真大，真无补，提无路，医生无法度，定定发烧，半暝半上病院啊，特别怎？我讲介简单，伊讲阿叔爱开偌济，免钱。免一角都唔免就对啦，唔免就对啦，吼！安尼，伊讲事要怎创？怪简单，我讲的你要听无？一拄着鬼，唔听我，伊要听啥个呀？我凊彩加讲甲问啊！对，我讲你，我讲的你要听，要听啊！事你怎啊讲的？哦，伊即卖拄着困难啦，伊就是专心的，都唔忙舒服啊！佮讲到免钱，这众生佮相爱啊，就免钱了。一讲叫红头啊，来嚷啊，嚷，无效，用牛角骨安尼嚷，叫请叫请啦，那把那眼镜说，好大行请了了，佮烧金，佮烧金，佮烧几拖拉裤安尼烧金，开几十万烧金，都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哎呀，我讲简单啊，伊就简单啊，那我拄着你这叫做小儿科啦，来，我跟你讲，你吼。去买一台吼念佛机啊，机械的机哦，不是鸡鸭的鸡哦。你唔能去买只会念佛的机哦，你唔能听唔对哦。啊，念佛机二四点钟拢念佛，你用你就开始去甲坐咧，你捧一杯水去，放在佛座头前，用大细汉囡仔拢会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伊讲，师啊，我无修行，我讲虔诚就是修行啦，唔免啦，虔诚就是修行。师啊，我无食素食啦，我讲不要紧啦，无你法官食早斋嘛，初十五食一个啊，吼、哦，免食几个月啊。我讲啊，这我做会到。啊，好，发一善心嘛，要食早斋，哦，啊，食初一十五，啊，法官护持三宝本来无信用，好，哪会好？法官护持三宝，好来，我讲你去念。伊拢总唔免什么仪式啊，什么的，吼、哦！你请西公安尼破米安尼，也甲龟头卡卡站甲用要断去拢免。啊，断去真正安尼，甲他倒一个念佛机尔。啊，规工，你后生查某囝来，拢总叫过来，因翁，你无都无波咯，剩一波念，对袂啊？阿弥陀佛，哎、欸，第一工念，静静，鬼无出现。喂、欸，有效，有效，哎，有效，哎、欸，哦。啊，过来，搁第二天，过来念，我讲你用着念呢，细细念，人来讲你笑，你嘛着念呢。讲好好，阿弥陀，去买菜以后，阿弥陀，讲师哥，你今麦哪样呢？无啥神经，嘿啦，伊讲我自从对着慧律法师，都拢啊细细念，细细念，拢啊细细念，细细念安尼。我念不念几工个着？对啊，念不念几工个？我讲啊，做一挂善事，安尼前后嘟嘟一个月。什么鬼？什么有诶无阴魂？什么都拢总超度了了，下面后生查某囝拢无搁发烧，就安尼尔，真正哩简单，无开半仙啦，啊！所以我讲这个大圣的佛法，有真侪全巧方便的物件。这款物件你讲你唔相信，你也不得不相信。你讲你唔相信，你也不得不相信呐、啊。事实上，这是事实的物件，对。所以讲，这款加持，
有一个，我去到高雄五外科，五外科一个姓基督教的，啊，伊个主治医师啊，叫做郭慧珍医师啊，郭慧珍医师，郭医师，咩啊出家叫做道正法师比丘尼啊，伊是中国医药实验毕业的啊，我去病院看这個郭医师啊，哎，就讲啊，郭医师都无用，就讲啊，叔啊，这都拄拄一个弟弟吼，十几岁吼。也白血球唔知足足几万呐，是正常人唔知几倍就对啦，几倍啦，几倍啊？不过基督教呀，哎，就讲咱佛祖佛教讲慈悲嘛，啊，就去到五外科，高雄五外科就上大经的啊，五的，大家嘛讲五的，伊讲高雄都是唔知，啊，去到遐，哎呀，啊，私立来看，无啊，无都带你来诊所看迄个病人，我看哇，规面白细下。那个的血癌啊，红斑性狼疮的恶化，血癌啊，规身躯白血球过多啊，红血球吃了了就对啊，完全啊，这身体拢站不掉，哎，叫做血癌啊，哎呀，哎呀，伊就讲师傅啊，你话甲加持一下，我讲应该得基督教啊，无啊无信用啊，无了好就好啊，无了那无好那，他说怪我们佛祖无灵哦，就跟上帝去跟阿弥陀扯啊，吃我们对，我说这个会怕啊，你没关系啊，万一啊，我意思说啊，万一啊感应呢，感应完之后他改变做信佛祖，我说好啊，没去看看，念了没有就塞买了，没问啊，念了在现场了，现场在五外科那里，没点那也没佛祖去观赏的力量，这就看平常时在收集了，念念啊，开始的一直念啊，哦，用毗卢遮那佛，因为音卡化了，音卡化了，哦，用毗卢遮那佛做嗡阿姆嘎发罗揭玛穆德玛利巴德玛吉弗拉巴的吽吽，那你一直加持，然后大悲咒咒心嗡吉弗拉发罗的吽吽，一直念一直念，哎念念，念了，可以念嘛，我好啊，你我要回来哈，啊明仔再给他报告看麦，哎，明仔拍电话报告。白血球规般，安尼第二天落来正常的指数，已经差无。伊讲你食啥？伊讲无啊，啉一杯啊。你看就醉啉嘞。但是我话阁讲倒转来吼，话阁讲倒转，无大家遐感应的哈。你唔通规工拢要找我，拜托啊。哦。无大家遐准的就对啦，啊、哦，这是讲我大家听讲，为什么伊会这样的慈悲？因为佛就是平等心，六道十法界众生终究无条件的终究就对，所以咱头一个，那么念佛感应，你就会记住，要有宽下心。未使有恨心，恨心咧念咒念佛未感应，恨啊，迄、那个恨啊，吼、哦，未使有恨心，恨心咧念佛念咒你未感应，要有大悲心，我若有能力，你过来救度众生。哦，有诶讲啊，我若有能力，啊，要来发愿啊、哦，散播这慧法师的录音带，今天我感应咧，一个发愿引导哦。引导哦，吼、哦，因为法官讲要摆法师的录音带，哄听了着，啊，啊，才观世音菩萨去讲堂请的观世音菩萨，你结果引导呢，黑小组，引导黑小组，啊，你小小啊，到这个所在，到这佛祖的所在，录音带所在，安怎烧都烧袂入去，安怎烧都烧袂入去，黑小组是烧啊，规经烧了到尾啊。所以你的毒也无少，四本经典哦，咱的水车也嘛，迄经典你听无？《普门品》啊，《弥陀经》迄水车四本，踩伫迄个所在，干那分乌去尔。经典，迄纸的物件竟然规经出烧了，迄搭无少去。你看我不可思议，因此我就要甲注意讲，讲惊是咱无虔诚尔，唔免惊佛祖无感应啊、哦。所以大悲心佛。在我们的恭敬就是大智大悲，第三点就是大能，佛祖
非常有能力，大能不是万能啊，大能不是万能啊。我们刚才说佛祖真有能力，不使讲佛祖是万能，万能是基督教你讲的啊。所以我有一摆拢甲基督教开玩笑嘛，我讲上帝是万能的吗？是，上帝能不能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呢？请问上帝能不能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上帝能创造，就算他创造出来也搬不动啊，不是万能。上帝创造不出来也不是万能，两边都死刑的对。哎，上帝我都创造一条自己搬不啊搬不叮当的石头。所以说上帝万能，佛不是这样说，佛是大能，真有能力，因为他神通俱在，他不是万能。众生就没法啊，众生没法，你没有办法，你不能主宰。第一，男女的欲望断不掉，歹修行烦恼重，烦恼重，哎，烦恼重，哎，一个技术啊，哎，他认真修行，他跟他太太分房，要修清净行，了半个月、一个月了，就规暝未睏一啦，火气大了，开始啦，伊憋掉的未睏一啦，伊想就没有办法啊，欲望，你干那要降服这个欲望，你都无这个能力啊，第一点你都无法度啊，你莫跟人讲修行，简单的第一点就好啊，第二点。贪嗔痴，内心的贪嗔痴，看到贪爱物件，你敢会袂去贪着？对，你没有能力突破它，你无法度。第三，死亡，你对死亡你有法度？你会主宰未？你敢有法度在死亡的时候像高精大德安尼作画？咱敢有法度安尼作画？这个生死主宰。几个几日要去往生，这个你就去啊！咱敢我都安尼，咱就无这个能力，佛生死主宰，化来就来，化去就去。众生啊，生怒病死，控制未掉。咱无来出世，无法度。为啥？因有心动，烦恼动，无明动，你哪有可能无来出世？出世了，因缘合合，你就开始啊，会老啊，会破病啊，会死亡啊，未自在。过来，起无明，众生起无明。佛祖是练习起的灯断尽，见思惑、尘沙惑，都能断尽一切烦恼，所以以心系自在。也完全失去，总等了了，等了了，所以他是大能，咱众生不可能。我敢那简单几句啊，你都不可能啊。男女的欲望，去看到真正较水的衫，无买硬要死啊！哎，无啥，对吧？哎呀，正经啊，看到电视广告食药啊，啊，迄无食嘛，讲要死啊！看到啥，伊就买啥；看到啥，伊就买啥，就对。啊！看到第四台咧广告顶啊，迄面前无要注意嘛，要一支灯啊扛啊。正经啊，这第四台就是安尼啊。看到讲吼吼，都一只对治疗酸痛疼啦，这一只抹着皮肤烫伤刀伤，那第四台讲了吼，就亲像仙丹安尼啊。那不一定啊，用大部分拢无效较济啦。正经个啊，所以讲，恁人一个贪欲的心，贪嗔痴的心为主宰，咱参乎比起来。那是天地之别了。过来，咱未自在，咱未解脱。小看人一句话，白死的白几天，心情郁卒；小看一句话，烦恼；小看一句话，毒死底下，毒死底下。咱有可怜无？佛无所着，一切法无碍，一切法无碍。所以啊。咱一定要认识佛是什么物件，了解佛法是什么物件。过来，
净土，那往生净土，参基督教往生天堂，这个问题有人问啊，请问师父，基督教的天堂，往生天堂，跟咱佛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同款无？我讲无同，安怎？大不相同，大不相同。为什么呢？基督教往生天堂是六道轮回内面，六道轮回内面。要来咱佛教，讲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已经超三界了生死啊，遐已经无生老病死啊，遐莲花化身，无生老病死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参往生基督教这个天堂是大不相同。那么为人来讲，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逃避现实，念佛的人是躲避现实。我讲这都都都变。为什么咱都爱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咱认识这个阿弥陀佛，阿拉认识的这个极乐世界。咱去极乐世界要从啥呢？就是要去留下，因为咱这个娑婆世界环境歹，无好修行，烦恼多，拄拄啊发一个愿，开始要修行，已经五六十啊，想我听到佛法，来搁要修一个行，为着厝的经济，拍袂得，又搁歹修行，若要修行，有时啊翁阻碍，有时啊某甲咱阻碍，这个娑婆世界要修行，就是重重的关卡，重重的困难，那无就出一款不好囝，钱甲开了了。有时啊，就是要修行，我说病苦得着子宫癌，头壳疼、腰酸背疼、脑塞、肠仔炎，就咱要修一个行，无论来，无论外，种种的病苦、种种的灾难，所以佛讲，在咱娑婆世界要修行成就非常困难，所以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要换一个环境。要换一个环境，咱来极乐世界换一个环境，来极乐世界来好好修行，来遐神通自在，无生老病死啊，唔免为着这三顿啊拼生拼死哦。到迄个所在，大家拢种好人，诸上善人聚会处，拢总是等觉菩萨，拢总是等觉菩萨。拢总是善人，拢总是好人，所以到迄个所在，叫做世界外缘好，外缘好，点么遐的一定成就，当生成就。所以咱念佛往生净土，绝对毋是逃避现实，是因为咱娑婆世界环境歹，要积极去遐留下，留下了要从啥？要回娑婆世界度众生，要度众生啊！又来，那一切法参咱这个心啊，是不生不灭。诸法就是思想甲理体，思想甲理体，思想就是目睭看会到的，因缘生因缘灭的，这叫做思想。理体就是道理，无形相的叫做理，理想啊，有形相的叫做思想。诸法不是理法，就是思想法。思法、理法跟事法，咱这个心难悟到，咱这个心难悟到，我的凡所有相，该是空性；凡所有无形的物件，嘛是空性。唯一存在，就是这粒智慧的心、清净的心、平等的心。毕竟空的心觉性佛性马上现前，所以咱这个心啊，就是跟无声的空性究竟不二。无声就是说所有相建立的观念
我们没有被观念绑死，叫做无生空性。无生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说无性，意思就是说空性的里面你安插什么名词语言都叫做吉祥。那今天所说的话也是吉祥，文理祥、音声祥，那今天写的字也是吉祥。我们应该了解凡一切相，这吉祥。所以我们又又不离吉祥，我们不能离开语言，不能离开物理，但是我们都了解语言文理是一种因缘产生的东西。比如说声音，声音，哎，我这个手没声，这桌上没声，这个手哎没声，桌上没声，声音造出来，声音造言因言声所产生的声，声就是希望的东西。声刹那间变化，随时就消失啊！声音，你听看麦，这讲也无声。你听看麦，这桌啊顶无声，无声都无声，声造出来。回过言声。因缘生，声就造出来；因缘灭，声就无。所以一切法，那分析起来就是空性。佮再讲，安尼讲你听无？不要紧，万法都是在止境的状态，只是我们没有误入。比如说电影里面的胶卷，电影，迄电影咧播的时阵，哦，咱当作一片电影啊，里面有喜怒哀乐、战争、爱情、文艺片。迄电影安尼搬搬搬搬，哦，咱看甲有诶看甲会哭，哦，有诶看甲真激动，有诶看甲会笑，会感动。迄电影胶卷，你甲摕来甲笑点，甲揉互断去，电影的胶卷哈，你甲揉互断去，一直一直来看卖，都静止不动，通通静止不动，知影无？电影迄拢静止不动，众生因为的梦想执着，所以看到这世间就是动的世间。动态的世间，所以拼性命认为可以追求，甚至万法空寂，性灵一看到最微细的刹那，拢是梦想跟执着，所以伊伫动态内面发现着真集中的这个空性，因此伊了解，所谓动就是连续的梦想执着，一直动，一直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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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注意看。这是毛巾，我现在一直在洗，你会发现到这个毛巾跟它洗着一口人啊，这就是错觉，速度快也让我们三心错感，对吧？你如果慢慢你会分析慢慢这毛巾是一个静态一个静态一个静态片面所隆重慢慢接起来慢慢接起来所以佛祖就是找到究竟的安息处，了解万法拢是叫做梦想颠倒执着的假象，才有这个宇宙个世间。所以一大行一个放一下，何以故？就亲像一片电影嘞。那若看到一片电影，无底的众生看到一片电影，就认为讲啊，电影是实在，对不？那是有智慧的，较有一点仔科学的头壳，咱就了解讲这电影就是后边你放这个胶卷，一卷一卷的胶卷，速度紧放落去。连续的动作都出来，甚至看到极静的一面，凡夫执着动态一直白死的熬跟不熬就差安尼因此咱来了解什么叫做无声的空性。你讲一声一实实在在是无声，实实在在是无声那个这堆灰世间你讲伊无，你讲是伊嘛讲伊有。对哦，佛法的意思就是讲，咱了解有不要紧但是你记住，这是无常。这个花经过一礼拜会歹，经过一个月会烂，到尾啊化作尘土。唔免，那唔免等到伊化作尘土，咱即马就透视这盆花，即马内面就一直变化。所以你着这无效，着这袂当杂去。同款，咱的色心时时刻刻嘛是咧变，这个世间就是变的世间，咱这个色心就是安尼，安尼咱就了解讲无声的空性，
有生空性就是说啊，这种一种观念，这花真水，你说这是花有水吗？有啊，哎，你如果说那个发生车祸阴暗啊，今天啦发生车祸去的车精神啊，你叫他来看这盆花，你说这花有水吗？他说我才有时间才能看这盆花，我们人现在叫车精神现在送去在榕丛长根，你这叫我看这盆花，你跟他说了花有水吗？没有，我不知道啦，伊对咧烦恼，因人伊要开始知影，文化有水无水，花水也得咱这个心来欣赏，哎，欢喜心，你才会承认这盆花是水，你敢知影？哈，哎，呀，你若是因人死，车祸死的时候，你看到这盆花，伊嘛会哭啊，因这盆花真水，哪会哭？为啥因人就死啊？伊心无空在遮。我咧讲，万法嘛是心的作用。心的作用，所以有智慧的人不免开钱，他就能享受全世界。有钱的人开很多钱，他也还在活痛苦的日子，为什么？每天起无明，每天起争执，坚持，坚持自己的意见看法啦。所以无声的诸法诸法跟我们这个心是无生，毕竟空，究竟不二啊！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空性，境界嘛是空性。所以咱所看的是六根六尘的迹象。所以啊，咱一定要了解佛的心是啥。你注意听，佛的心就是记住平等不二、大悲心。博爱的心，大公无私的心，彻底的圆满，超越一切分别心，没有限量，无量无边的清净空性心啊！我再讲一摆，佛祖的心是什么心？伊就是平等不离的心，更加苦的众生。来，搁较苦的众生来佛祖的心中，佛祖拢无碍，伊照常救你，平等不离，心不众生三无差别，所以平等不二，所以佛的大悲心，佛有博爱、博爱、博爱啊！这国父所讲的博爱啊，佛祖的心意就是大的博爱啊！佛祖伊袂讲啊，因为啊，你供养伊，伊才要度你，袂安尼。但是佛啦，心无恩怨，但是佛祖讲啊，法无恩怨啦，但是缘有深浅，缘有深甲浅啦。今天来到佛祖无缘，佛一点啊都无法度，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哎，所以今天来到佛祖无缘，你只要你啊听到录音带。几万公里就飞回来，真的啊，像阿根廷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啊，嘿，啊，晓讲的中观寺啊，晓师傅的录音带，阿根廷的信徒在阿根廷哦，阿根廷啊，啊，你还听着录音带，坐37点钟，等下见师傅，啊，我讲你找我有什么？无，见着师傅，干那一直哭。一直哭，啊！一直哭，哦，感动，啊！唔知是看了我太水啊，是安怎？安尼哭袂煞安尼啦，哭袂煞。啊！我嘟嘟啉茶，啉茶，安尼一直哭，一直哭，啊！家己阁真歹势。我讲别紧，你阁哭，较大声。吃无人，吃无人，你发泄出来，情绪发泄出来，伊看了书欢喜激动，因为救到一条生命。伊本来好甲要自杀，伊去听到书一句话讲：死一摆爱自杀七摆，自杀一摆自杀七摆。吼吼！伊讲伊去听到这句吼，吼吼，就那唔敢自杀，唔敢自杀啊！伊讲听到书一句话讲：你有勇气自杀，你安怎无勇气阁继续活落去？讲这句话去救到伊，所以伊这条生命输救的，输救的。哦，安尼就转来，安尼哭，踮遐哭，啊，我就啉茶，互伊去哭。我讲较大声，较大声，较大声。啊，真个叫大声，煞哭袂出来。你这人真奇怪，我讲较大声，较大声，较大声，真无人啊，到尾无煞哭袂出来。啊，你讲伊感想，哦，安尼非常的感动。事实录音带，哦，我伫个国外，我是安尼甲 copy 安尼 copy 安尼
大量的可比跟阿根廷的，也是讲这个华侨差不多30,000人啊，伊咧黑死命可比啊！伊讲我这世人真价值啦，啊，我念佛啦，念佛啦，哦、我包一支的美金啦、啊，哦，迄就看，迄就包一支的美金安尼啦。伊讲啊，阮翁哦做医生啦，吼啊。经济袂歹啦，阿唔过阿公无感情无好，但是即马恁两个阿公拢听到这个慧远法师的录音带，阮即马阁好好啊，我讲好就好啊，你唔能够生小弟啊，你唔安尼，安到家得啊，到家得啊，我叫你好就是要修行的，唔是要安怎样，安怎样，会晓想吼，安尼讲讲安尼，哎，你听有啊，听有啊，哎呀，你听有好啊，听坏话，好好，我你输的爱开玩笑，我50啊，我讲好50啊，你会使啊吼，讲了，我哦，一支美金安尼，好一支咯。哦，嘿，咱因为供养惯势啊，手刀来，咱就赚偌济啊。做法师做甲已经偌有经验啊，刀来，哦吼，即只济咧咯，大伯咧咯，安尼啊。供养，啊，我拢会甲做一个仪式啦。我讲啊，唔免啦，哎的，啊好啦，不要紧啦，啊唔免啦，哎的，啊好啦，啊这到最后我的真无奈，得甲收起来。到最后的答案就是甲收起来啦。啊，你就知影讲这最后的结果咧哈。但是读这是礼貌啦，唔免啦，那个读完啦，唔免啦，读完啦，读完啦，到最后我会收起来，这是最后的结果啦，啊，结果。所以这个大悲的平等博爱啊啊，咱也是同款啦呢。所以听到佛法了，伊个慈悲心讲啊，我听到正法，我哪会袂晓讲将这个册，将这录音带。所以自己关个上，所以在座诸位啊，要给大家一个责任。你若听过录音带，看过册，你上好的朋友多，吼、哦。今仔你若听见人，总共2,000人来讲，哎、欸，一个多一个多，唔免做，一个多一个，下一回来讲经吼，哦，都4,000人啊。为啥一个多一个，伊就4,000人啊？我跟你讲，靠书多难啊，我家一个哪有法度？对，靠大家。啊！你要去甲伊讲，你讲无啊？唔免甲伊讲遐济。你摕阮书的录音带，你听；我摕阮书的录音带，你听得嘛？嘿啦，哦，你就入啊，博爱博爱，过来无私，没有私心呐、啊。啊！你中国人有一句话吼，会真害，真爱就对啦，吼、哦。就是讲啊，咱人吼，人不自私啊，天诛地灭啊。哈！你中国人这句话真吃力，影响咱中国人。咱即马下苦袂使，哎，大公无私。啊，我嘛是大公无私。我正经啊！啊，我接这个道场，我甲因讲过，讲啊，就真忝了，而且债务真济了，债务真济。你看了债务了，哦，站袂掉了。我本来185了，听到迄债务剩158，啊，这站袂掉，站袂掉吼。嗯，到今嘛，我昨安尼摕迄个电子计算机安尼汇款来了，对啦，养德禅寺汇款来，安尼叠加起来都要6,800+万，开到今嘛，你也无看到啥，开到今嘛，养德禅寺都要开6,800+万，你去看嘛，但是不要紧，咱就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所以阿贵师兄去甲他请讲，师傅啊。南投已经一年了，去年10个讲经，今年无讲者，我讲好啊，一就答应啊，无得你个信守诺言嘛，我嘛是该修信量啊，所以今天有这因缘，我就是啊回馈给南投，吼、哦、是诶，很南投县市诶，对吧？所以我嘛是无私心嘛、啊，我嘛是无私心嘛、啊，啊无私心是无私心吼，也唔过去这道场开真侪钱了。第一天，我就报销。第一天收100块，收，啊，点，收2-3万块，收2-3万啦。第二天有宣布讲供养，讲好收，总收16万。挂里里扣扣加加，两天都收20万，20万紧啦。20万就要挖7,000万了啊！紧啦！哦，所以我就跟信徒讲一个讲笑话，我讲
那看到安尼吼，收食吼，你讲经讲袂落，为啥会袂富啊？袂富气啊？迄今日咱就凭着这点佛祖平等心、无私的心、无大公无私的心，咱以众生为主，就无要紧，哎，无要紧，佫继续，佫继续，啊，佫继续。哎，听讲啊，拢总啊，台中甲南投有今仔日啊，这三天有四个法师咧讲经，有四个法师咧讲经，四个法师咧讲经啊，咱这场算上大场，安尼就算袂歹咯。哎，进入民主了，佛祖就是彻底的圆满，彻底圆满，佛祖就是彻底的圆满的觉悟的一个圣者，彻底的、就是啊。一点嘛迷惑都没有，一点迷惑都没有啊！伊一旦将伊的心控制伫个非常平静的物件，伊发挥出来大用现前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无普度众生之上，施舍伊的性命，佛祖都袂要紧，佛祖都袂要紧。所以咱做一个佛教徒，一定要体会到三宝的威德。那你不看身面呢、啊？看佛面，所以我就常常讲，你不敬三宝，学佛无益。我就常常甲徒弟安尼讲，你连出家众，咱都未尊重啊，学佛未入。啊，我甲伊讲，你叫小可小想看卖，今仔日无论这个法师外歹，敢会比春生啊较歹？你敢捌听过出家人去共绑票？你敢讲这个出家人，上侪是讲伊的口业哦，性地较歹淡薄，伊习气，伊敢会像静心啊，像陈静心啊呢？敢有遐严重？无可能啊！你敢捌听到出家人去共绑票，搁甲遐上歹、上烂的？你敢有可能讲彭婉如命案是出家人杀的？敢有可能？啊，还是刘邦友？敢有可能出家人去杀？所以我来甲注意讲一句子。不敬三宝，学佛无益啊！哦，出家人有修无修，因果跟咱无关系。你做你的因果啊，依法不依人，你都要记佛祖讲的这句话：依法不依人。啊！头一日咱来一当礼敬三宝，无论 BQ BQ 呢，咱会清净清净，未清净点点，咱远离就好。伊做伊的因果。安尼，咱就立佛祖伊的彻底的圆满，彻底圆满，所以伊就讲啊，佛祖讲啊，伊讲供养一个凡夫身了的啊，平等的供养一个凡夫身哦，啊，平等供养一个凡夫身，胜过供养佛陀，用平等心供养僧团，比如讲，你把我这个法师两千，安尼。安尼规僧团一个法师拢两千，无论有修行无修行，用平等心布施给出家人就对。安尼伊的功德比穷苦的功德更加大，你看卖。所以咱若会晓发吼，就是咱的心上重要，咱的心上重要。所以我来注意讲，伊若无修行，出家人无修行，至少伊还佫真啊加些；出家人做早唔去，还佫真啊加些。我来注意讲。你若感觉伊的行为无啥对当，不真无相，你就关心讲我拜伊迄领袈裟，即领袈裟是佛祖留落来，我顶日即领袈裟照常有功德，安尼想你就对啊。所以咱来对三宝恭敬就是安尼，因为伊系咱凡人了生死呀、啊，哦，所以虽然是凡夫精，唔过啊一记一比丘相就是佛相，比丘相就是佛相，佛就是现比丘相。啊，所以我们彻底的圆满的佛陀一乍一的了解众生的病态啊，所以的超越一切的分别心，超越一切分别心。你竟然不听得讲佛祖去看人无去啊？啊，超越一切执着，超越一切分别，超越一切颠倒。佛有三种突破，那第一个。执着突破执着，第二个
突破分别心。第三个，突破颠倒，颠倒的就忽不执着，忽不分别心，忽不颠倒心，也心拢正念现前，二十四点钟拢正念现前。所以，佫较恶的众生看到佛祖，就会去有感化。哦啊，当然，阮凡夫精，阮无法度啊。无这款能力啊！但是呢，在这个佛法的期间呐、啊，咱就聊胜于无啊！啊，阮就只有阮这款凡夫精，就带来说法啦、啊，啊，无法度啊！啊嘛是，这法嘛是佛讲诶，啊，就依法不依人，所以我特别定甲徒弟讲，那讲修行我真惭愧，我作见识，我无修行。哦，啊，那讲法，我绝对无甲你讲唔对，这我大兴看保证，哦。佛祖的正法，我绝对无甲你讲唔对，啊！我绝对唔敢用意识心来甲你讲，哦！我用佛祖的正知正见的法，我甲诸位解释佛法，啊！所以佛祖超越一切分别，它是没有限量的。过来，佛法的爱是无限的，所以佛教讲慈悲，基督教讲爱，爱都有私心吗？那你凡夫，敢那爱咱家己的囝儿？圣经说，你要爱你的邻居，你要爱你的仇敌。哎，但是就不能爱异教徒，所以十字军东征就是安呢。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呢、啊，震惊回教加沙走廊，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到今麦也搁在拍，边边回教的物件，因为伊的教义教义的对。啊，基督教讲，你为上帝而亡，你的另外一个生命就存在。你为着上帝而死，你另外一个生命就活。所以唔惊死，基督教唔惊死，回教伊嘛唔惊死。所以伊有这款观念，我来当为上帝死，我记得。但是伊无想讲，我来为上帝死是有利还无利？我到底是有利还是无利？我这个战争是有道理还无道理？有慈悲还无慈悲？伊无咧管。一定是讲一替天行道，所以这基督教、天主教，你甲看卖，所有的战争，我甲你讲，佛教上无战争，佛教一心，佛教超越种族，啊，超越国界，啊，超越一切的法律，超越一切的人啊语言，超越一切，为什么？人人大家都有本性，啊，只要那佛教的国家。那有真正有正直正见的，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就对，能过得非常和平的日子。为什么？你说基督教来，我也很尊重他，正经的啊，我那基督教，包括一贯道讲师来，我也泡茶请他。我这个人，你信一贯道是你的事，这跟我没关系啊。好、哦，啊，再来，再刷下去，哈、哦，那在上班的查某，上班的哦，咱也知道哦，哦，上班的查某来到这找师傅。啊，化妆噶，安尼胭脂水粉，安尼打扮，安尼看起来像我高中的奶奶。你过就对啦，我分亲像我爸安尼啦，写个安尼，我也是对伊真好，正经诶。总统去，我也是对伊真好，拢同款。为啥？分别心是烂，因此佛法伊的爱就是慈悲心，无咧分诶，就对。哦，我这世代人有这一点，我家己认为一概了不起的，就是这世代人，我到今嘛，还阁唔捌恨过倒一个人，乃至讲伊甲我诽谤，乃至伊要害我死，到到今仔日，我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一个人，我唔捌恨过。我就是想尽办法要甲伊救，安尼尔，救未起来救，救未起来，随缘，这唔是我的责任，对不？哦，你的解脱，这是你的福报。所以讲，真侪战争，拢总是因为宗教思想无同。但以佛教来讲，拢总平等心，所以佛教亦无战争。那真正一个国家，伊的国王信仰佛教了，对，伊哪有可能讲我发动战争去甲拍？无可能。有一摆，但是伊若逼迫我们，就不一样了。有一摆，波斯匿王，外国啊，就是讲。这印度东西也是分裂的国家，啊，分裂的国家。那么这个有人要攻打这波斯匿王，波斯匿国的对。这波斯匿王啊，
因为他军力很大很强，但是他不敢发动战争，他有受苦的三皈依、啊、那么这个国外、啊、这个别国一直挑衅，别的种族一直挑衅就对，一直要发动战争，要把他灭就对，他不敢发动战争，他怕杀开杀戒，他就去请教佛祖，请示佛祖、哦、世尊，我、啊、一直坚持佛的戒律、哦、我三皈五戒，我一直不敢去伤害众生，不过这个种种族啊，一直要把这个我的种族灭掉。世尊，你看我要怎么处理？世尊讲，你全国到这个时候，全国的性命，就看你国王一个人啊。你按怎办？你应该真清楚才对。我做伊足够呀，开始一来讲的时候，哈、啊，就甲拍败，杀死真侪人，杀死真侪人。嗯，波斯尼国没有灭。啊、所以讲，佛讲，如果一个人为了护持正法来死亡就对，一个人呢因为护持正法来死亡，一个人死了马上往生佛国阿处毗佛国，这底下大般涅槃经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讲我今日为了佛教护持先地性，护持佛教，我来死，安尼你八岁你啦。王星去王星佛国东方阿处毗婆国，所以我注意说你不用烦恼，你尽心尽力你拼命护持，功不唐捐、哦、功不唐捐。那么有一次美国人来，这美国人来是怎样？他就信基督教啊，我问他说 Are you study the Bible?你研究圣经吗？ All meditation morning and night， 你或者是有打坐早上或者是晚上？ Please tell me how about the feeling， 你告诉我说你的感受是什么。那就开始说，他说我一开始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但是我不相信基督教。哎，你相信上帝吗？ Don't you believe God？ NoI don't believe， 我不相信有上帝。伊讲基督教的圣经这个 Bible 研究愈久愈无信心，你讲遐拢白差，你按怎编译都袂，伊就袂通就对啦。哎，伊甲讲，我是阮老母生的了，哎，我是阮老爸老母生的了，我唔是上帝创造的了。讲对，你若讲你吼，你是上帝创造，你都侮辱恁老母，安尼上帝甲恁母也有关系。你说是这样，你有影有影，你说你不能别说啊，说你上帝生的，你母也有问题啊，你算头壳伤啊，我别母这样不行。哎，你说我哦信基督教信十几年，现在哦努力研究佛教，研究佛教啊，他的英文啊、哦、英文啊，因为这个真难嘛、哦、英文真难嘛、哦、我说 Are you study the translated English?啊，讲你，我是讲你是不是看翻译本呢？啊，看这个翻译本的 ，That's right.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ed English, I'm study. 哎、，the Buddhism 就是佛法哦。我是研究那个英文的佛法。我讲啊，你有研究中文不？哎，伊讲伊无，英文唔捌啦。我就跟伊开玩笑 ，You can stay in Taiwan and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but Chinese language is very difficult.我就讲中文是非常困难的物件哦，中国的文化哦，中国的文化有五千年啊哦，所以讲啊，那么我讲你当住伫台湾呐哈，住三当五当研究佛法，研究中文啊，佛法实在是真好啦，嘿啦，伊讲 Master， you can teach me， 你会当教我中文啊 ？I'm no time， I'm sorry， 我无时间啊，我搁教你美国啊。啊，对不对？我多，对不？一笔过拢付不了，一笔过付不了。我讲，哎，你好吗？你就讲妈你好，差足多了，嘿，所以讲伊不晓，哎。那么，凡夫的爱，就是爱咱的子孙，爱咱的兄弟啊，爱咱的亲戚朋友，佛法的爱。
就是平等，所以这基督教的美国人讲，伊非常俄罗斯做一碗度量啊！伊讲只有佛讲的道理才是究竟，只有佛讲的这道理才是究竟啊！啊，伊讲啊，法师啊，你有英文版的无？我讲啊，足奇怪，我写遐济册，我今麦一直要找一个英文的翻译，就无人我都甲翻译的，到甲今麦我的册还阁无翻译做英文啊！实在是真无法度，啊！伊用钱去请回来哦，请来都爱佛教徒，佫捌佛法，佫捌英文，佫捌中文，要翻译做英文较外难啊！我讲人佛光山啊，拢有安尼翻译做英文啊，圣严法师啊，啊、哦，拢有翻译做英文啊，啊，我敢若我无尔啊，哎，就讲希望师父啊，有时间啊来美国演讲啊，甚至美国的哈佛大学啊，今麦拢研究佛法。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师傅哈，英国的剑桥大学跟牛津大学哈，麻省理工学院哈，麻省理工学院哈，拢有来邀请师傅啊，啊，邀请师傅，伊要找台湾一个代表啦，找台湾一个代表，都找着我，啊，真不幸，真不幸。我来想讲去美国坐飞机坐十几点钟吼，去教遐吼，安尼真辛苦，哎，我讲安尼无爱，哎，伊讲我给你出飞机钱啊，我唔免。坐飞机一十几点钟，真痛苦了。别人坐飞机啊，哎，师傅啊，我台北的信徒，师傅啊，我邀请你来南非 ，South Africa， 南非。我讲，哎，坐几点钟啊？十六点钟，吼、哦，我听着头壳发烧啊。为啥？伊讲师傅，你坐飞机会惊哟？这载了，大家拢平等，我是袂惊，我惊啥？因为坐飞机坐飞机安尼，伊讲啊，你也当坐头等舱啊，啊，免去坐这 economic class 的，哎，免去坐这经济舱啊，唔免，嗯，坐头等舱，我讲唔免啦嘞，哎，我较早坐飞机安那坐呢，坐遐，咱就要从啥？要看有诶跋脚，有诶困啊，咱阁唔敢多想明显，就是发烧咧困久，那寒要安怎？哎，当坐安尼，咦，安尼嘛是哦。厝边隔壁有咧困，有咧跋牌啊！咱说也毋知要创啥，做法师也袂使跋脚，呀也袂使饮酒，呀也毋知要创啥。嘿，啊，这我着真济点诶遐啊！有只骨咧酸啊，来放尿，无尿，啊着去啊，徛咧，可舒啊！啊放尿，安尼，啊放尿去放尿去放，安尼为只英国。伦敦安尼坐到迄个香港都坐十几点钟，坐十几点钟都放十三摆了，因为无从啥就放尿，无从啥就放尿，放尿甲迄只飞机结缘，哎，放尿甲迄只飞机结缘，啊，迄个美国啊吼，迄个美国会结婚，迄个美国会结婚吼，美国啊小姐结婚，啊生囝结婚，啊都住伫后边吸烟区，哦，站袂住，我美国啊挂咧。哎，小姐，你看我去看古锥啊，古锥，伊唔知我几岁啊？看古锥啊，哎，哎的 ，go to toilet， 你出来的 ，toilet， 哦，哎，哎的讲 ，just a moment， 叫我稍等一下呢，我 OK， 啊，你先进去，去，啊，就开始一直拢坐伫后边，啊，我就去的，伊就甲我算一摆，就看他走一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0. You go to toilet 30 times. 你走便所已经走十三摆啊。I'm sorry, 彭公英文说袂记住。I'm 彭公 no power. 彭公说英文说袂晓讲啦，那假啦啦。彭公说袂记住啦。I'm sorry, 彭公无力。哇！坐飞机对阮来讲是真痛苦的代志呀，还是真痛苦的，都唔是惊飞机载了就死就煞，就惊放了。人讲师傅，啊，你唔得用，会使用包大人。我讲包大人是敢放会出来，咱香港唔捌包过去，也唔得安尼，一坐咧伊紧张，也唔得用个关，也不会放会出来，啊，可惜啊，也放不了。哎呀，包大人，哈！哎，讲阿伯叔，啊，你都唔免安尼装嘛，马紧啊，无，阮用只地杯啊，互你放，也较食啦，啊，唔着加些围咧啊，中铺一铺，
一开始就，有缘无缘，大家来放了，好大啦，好大的放好大的。这法师也真无畏啊！所以真惊坐飞机，真惊放了啊！过来哈、所以啊，我们要认识佛教啊，佛法的爱啊，它是无限的。啊，那么我们啊，那一般来讲啊，都误认为神跟佛啊，那一般，阿弥的王爷公嘛讲佛祖啦，关公嘛讲去拜佛的，来讲啊，你信啥？我信佛祖，你想妈祖婆啦，关公啊，三界公、土地公啊，做真济的对，啊，引导，三山国王啦、真济啦，啊，虽然都阮母啊，都带我。带我去拜这个神，你敢知影？去拜这三山国王安尼拜，啊，阮母啊，就叔妈就去个庄卡古意人，啊，去了点香嘛，点香安尼拜拜，阮母啊，就细细念念，唔知咧念啥，念啥安尼念念念念，啊，我看咧念安尼啦，啊，我拜一堆啊，我讲母啊，你是咧拜倒一尊，啊，一堆正尊是，伊讲啊，我伫隆重拜啊，我讲你要买伊两粒水果，你往切咧嘛无够，拜托个。一堆啊！你买两粒，哎，阿兰就散啦。你后摆我哪有钱念佛啊？恁从较澎湃啊，对冇？你都散啊无？吼，拜一堆啦！我讲，你是咧拜这一尊？啊，有喙齿拢是啦，有喙齿拢是。吼，祖先就甲我带去拜神啦，就是安尼啦。这神佫介奇怪啊！你神佫介奇，有一摆去，我太主呀，都起动，安尼哦，开始起动，起动，唔讲话啦，唔讲话，你讲啊，唔讲我讲，我看太主起动，你讲，太主太主呀，我今日今日运气安怎？太主拢唔讲话，唔讲，到底是安怎？你若唔讲，你若甲开始一下，你是安怎？若唔讲话，伊就讲，你拢无甲准备咧考考的啦，你拢无甲准备考考的。结果我讲，考考是啥？考考是啥？伊就头头疼啦，你拢无甲准备头头疼啦。不是，讲啊，这嘛妖怪的啊，妖怪神啊，这神嘛是真爱食头头疼啦，你无甲准备头头疼，唔讲安尼啦。哦，这嘛甲当作佛教啦。世间就是安尼，所以我讲佛教都有够衰啦，佛教都足衰，嫌送七粒、送八粒、送十粒，迄嘛讲佛教啦，嫌妙天，迄嘛讲佛教啦，嫌迄个电视台咧讲一个讲地理，迄也叫佛教啦，都大行拢总挂对佛教来就对啦，这其实这甲佛教都完全无关系，迄神啊、动机啊、烧金、杀生、跋杯。这拢甲佛祖无关系，但是拢总无阿佛祖，拢总无阿佛教啦，有够衰啦，有够衰啦。所以讲哦，咱拜着佛教吼，实在是真福气啦。啊，但是这众生伊分袂清楚啦，所以这电视顶哦，这第四代吼已经分袂清楚啊，已经分袂清楚啊啦，对不？已经分袂清楚啊。啊，你咧讲清楚个啥？就叫做出家人，我跟你讲，不是，穿出家衫，讲的都爱正法，才是叫做真正出家人啊。啊，到尾穿一件出家衫，就是出家人，遐唔较简单，爱凊彩黑白讲就好啊，对唔？凊彩黑白讲就好啊，对不？所以讲，咱一定要认识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啦，什么是正法，哦，什么是不正。电视到现在已经分不清楚了，所以我是给大家鼓励啦，我们外面都有流通处啊，什么多听录音带，多听录音带，多看册、那么我们佛教在说的这个爱、是平等心、平等心，佛教在说的这个爱平等心，无缘大慈、无缘大慈的意思是缘就是条件，没有任何的条件的慈悲，无任何条件，所以咱出家人爱检讨哦。咱出家人爱检讨，咱出家人是毋是看人有气，看这有气，看这个无气，那安尼都袂使啊。这个人有提钱来，咱嘛唔免讲特别甲巴结；这个人无提钱来，咱也袂使去起心动念，那嘛是爱照常甲交代。安尼咱才是有够资格
祝福的啊，弘法者，咱做客人啊，未使讲有钱的啊，泡好茶，普通的泡茶，哎，有钱的请上座，无钱的请坐就好。哎，未使，这分做三级啦，哎啊，哎，交付一千的坐，讲一日尔，交付一万的请坐，交付十万的请上座。嘿，加有一千个茶，加有一万个泡茶，加有十万泡好茶。啊，咱出家人袂使安尼一个，爱冷静，袂使去有上心，感觉讲咱有分别心，这点咱爱家己较摄心啊，咱爱家己检讨。为什么呢？佛祖背离爱下乡。佛祖为啥伊这么慈悲呢？伊这个爱是破爱是无限的呢？因为伊悟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咱的本性甲众生的本性拢总共款，离一切相，是故万法平等，拢总平等的着，拢总平等的着。啊，但是咱一定要了解啊，拢总平等，唔是大家拢总共款，是讲咱的心不变。比如讲，总统去给他拜访，啊，搁去给他递书，我文殊讲堂摆出，啊，迎接一国之君，迎接总统，所有法师，我知伊基督教的，我嘛知总统基督教的，所有法师拢去楼卡披袈裟，甲总统迎接。我本身总统真正无简单，伊个护卫人员。一个去拜去参访我，规面宽路当中徛警察，我告知这当中徛警察，包括我内面安全人来，文书工人百几个，拢穿便服，拢穿便服啊，迄拢互你袂叮当子啦，吼、哦，啥物人拢袂使话子，干那我会使话子啦，我主人佫无法话得清楚嘛。总统对，我感觉这总统真无简单。第一句话要怎讲呢？第一句话讲五字，会讲六字。伊人还袂行来，看到我伫遐，就讲一句：“慧律法师，你好。哦”哇，我讲这总统无简单，正经一心甲我打招呼哦。慧律法师，你好。哎呀，咱是何德何能啊？你去有总统学了这句啊呢？哦，啊，我着总统我会使挖钱，我着挖了一个坑对吧？煞比我较大较重啦，煞坑你无法啦。哦，我唔知总统180公分呐、啊。就迄天我才发现，就讲总统比我较大汉。哦，一个看落来啊，两个阿叔啦，总统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入去内面，入去内面啦，啊，总统就甲入去客厅啊，啊，总统就讲啊，咱人的心吼、哦、真乱啦、啊，伊即马要好做、推动心灵的改革啊，意思讲阮宗教家都要负起责任啦。哎，我个总统讲，你若有需要。不要紧，随时我拢会当配合总统就对。所以我11月15特别在板桥体育馆，11月15暗时啊，总统是11月16，同款在板桥体育馆讲。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佛教讲平等，唔是讲大家拢同款叫做平等，伊是一国之君，我照常爱用迄礼貌。你敢知我地毯为外口摆到内面，摆到内面。规个三楼的规排拢出红地毯迎接总统，为啥爱安尼做？我要予伊了解，佛教无绕开。你基督教来，我照常甲你支持到底。你是好的总统，我无咧分宗教，所以总统去我甲伊致辞，我甲伊讲，我迄讲迄句话，我原来解巧啊！我讲迄句话，去予总统感动着。我讲宗教摆两边，国家摆中间。哦，这总统哎，哎呀，这个狗囡啊，有教我讲话啊，无讲这句话呢。嗯，爱大总统啊，对唔？爱给伊一年的机会啊。说讲正经，我嘛替佛教出真侪力啦，讲正经的啊。哦，所以，遮政府官员呐、啊，遮个国家的政要啊，我嘛希望一旦佮感化。吴伯雄啊，高雄市长吴敦义啊，去找我四拜啊，内政部长啊，哦，
宋楚瑜啊，宋楚瑜啊，搞个什么行政院长，啊啊，萧万长啊，啊萧万长，我拢讲唔，唔是读做萧万长啦，读做萧万中啦，哎，我蛮唔知安怎读啦，萧万长哈，拢去到师傅的哈，那个讲堂，我拢一律平等的对待，所以讲遐正要去到迄个所在，我拢给伊灌输宗教是最重要的啊，治本，哦，那为心下手，这就是叫做治本。哦，啊啦，一直增加警察，啊，怎么讲？哎，辉华师，啊这台湾哪会这乱？足简单呀，人的心呐乱，治安的乱呐，环保的乱呐。我来一针见血，我就甲总统讲啊，我一针见血，我就甲内政部长讲啊，咱人的心呐乱，国家的乱，一定的道理啊。人的心呐乱，治安的乱，人的心呐乱，咱的无大家无良心嘛。对不？我垃圾的，我趁钱得钢厂的污水，我拢甲伊排去啊。所以，咱佛教徒就是治咱的心，研究佛法就是治咱的心。咱若既然有慈悲心、有良心，咱袂使讲趁钱我趁啊，污水哦、烟囱就一直排，一直排，无咧管你的环保。哎，所以讲遐重要啊，包括总统拢理哦，我们这个理念很好，理念很好。所以总统啊，伫哪靠体育馆啦。伊讲一句话，啊，够感动。伊讲啊，辉华师啊，虽然是安尼，吼、哦，意思讲我囡仔了，对，不过够了不起，够伟大。我有时间要拜为师，吼、哦，讲要拜我为师安尼啦。我安尼惊着了。人讲吼、哦，这款呢，好代志、歹代志也唔知影。正经个啊。人咧讲判官是像判虎啊，万一若去有输入边喏，较慢个安尼。咱平平啊过日就好，哈、哦，平平啊过日就好。所以我甲诸位讲个，我对这个佛教，我拢是尽心尽力。我慧能法师用我的性命，我一定会维持咱的佛教，拥护咱的佛教安尼。为什么呢？因为咱六道的众生，拢是咱宿世父母，包括在座诸位啊，咱拢是宿世父母，咱宿世拢有因缘的。今日教法度坐伫这个所在，结这个善缘，咱的心甲诸佛同一体，诸佛同一体，咱来发这个心，甲佛祖的心同款，咱来替佛祖来做咱的榜样，咱来替佛祖的心来做咱的榜样。佛祖的行为来做咱的榜样，佛祖就是模范生，模范生，佛祖就是模范生。咱一定爱改变咱家己，慢慢以佛祖相应。安尼，咱这世的人才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意义，吼、哦，活得会解脱。啊，咱会当拜佛的人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们今天呐、啊，咱今仔日会当坐伫这个所在听经闻法。那是非常福报的人，非常福报的人，哈、哦。后来，佛教伊是讲民主，佛教伊是讲民主。那你也想中来面讲，讲大疑大问，小疑小问，不疑不问。你有怀疑，你会使问者。哎、欸，唔是像基督教，哎、欸、啊，你不可以问。啊，还是其他的宗教是绝对的权威？没有。那今天两千几年了，才实施民主。我跟你讲，佛教内面两千几年、五百几年，佛祖在经团内面就实施民主。六合合，立合同经，立合同经，哎，大家拢中平等。佛祖在两千几年拢讲民主，开僧团会议做僧结盟。那你到到两千几年，叫民主的殿堂、立法院、国会，那么这个民主啊，佛教能够批评、接受谏言、有发言权，所以我们的 BQ 精团，都拿来开会，你都可以恭维一堆，你都可以发表意见，经就是合法，合作就是平等性，你都有够资格恭维，佛教不在说你点点。绝对的权威没有的，绝对没有的。所以佛祖在两千几年前一直实施民主啊，大家拢中平等。
啊，只是因缘亲欠安尼尔，所以佛门没有恩怨呐、啊，啊，但观因缘的深浅，啊啊，那么那佛门无恩怨，但是缘有亲欠呐、啊，哦，佛门无恩怨，没有恩没有怨，但是缘有亲，也嘛有欠，哦，所以我该注意讲最后一句话，没有听到佛法，你今生今世白来的。听到了正法，你要把握当下。谢谢大家。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